来，我们按铃，按铃。不会，然后谢谢了。没没没，是我赶快处理哈。那我们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法案处理，请先读《拆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的条文跟修正动议。《拆害防救法》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二条第七款修正增列第七款，受灾民众只因灾害之发生而受有损害者，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提案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第一目，风灾、水灾、震灾（括弧含土壤异化、旱灾、寒害、土石流灾害等天然灾害），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委员陈廷飞等二十人提案第三条第一项第一款，风灾、震灾（括弧含土壤异化、火灾、爆炸灾害）内政部，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委员何新存等二十二人提案第七条第五项修正为，内政部灾害防救署执行灾害资源统筹、资讯会诊与防救业务，并应会同有关单位执行全民防灾系统建制与灾害预防教育，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委员叶宜津等二十三人提案第二十二条第四项修正为，第一项第七款有关灾害前事之公开资料种类、区域、作业程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于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后六个月定之，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委员黄伟哲等二十四人提案第三十四条第四项修正为，直辖市、县市政府、乡镇市公所及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无法因应灾害处理时得申请国军支援，但发生重大灾害时，国军部队应主动协助灾害防救，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委员何新存等二十二人提案增列第三十七条之三，房屋因灾害毁损经政府认定不堪使用需拆除重建者，或房屋坐落经政府划定为特定区域并限制居住者，自灾害发生或限制居住之日起至重建完成或解除限制居住前，免征房屋税，其坐落基地免征地价税，免征期间如有移转、改作其他用途或违反限制居住之规定者，应停止免征之适用。前项规定适用中华民国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发生于台湾中部地区之强烈地震及其后发生之重大灾害，其受灾房屋及土地原所有权人于灾害发生后至本条文修正施行日期符合前项免征规定并已缴纳之房屋税与地价税，得申请政府捐助之财团法人补助。委员黄伟哲等二十四人提案增列第三十七条之三，本法锁定灾害发生后，行政院各部会、直辖市、县市政府或乡镇市公所应复原重建灾区交通、通讯、其他基础公共设施或采购灾害防救物资、器材之必要，得依政府采购法第105条第一项第一款第二款办理紧急采购。依前项规定办理紧急采购之决标应符合下列原则：一、不给与厂商签订契约者应先有书面、电报或传真协议；二、不给与厂商确定契约总价者应先确定单价及工作范围；三、付款条件应能维护公款支用之安全性。依第一项规定办理之紧急采购，仍应将其所依据之情形记载于政府采购法第61条刊登之决标公告及第62条汇送之决标资料。第一项规定所称灾害发生，以各级政府开设灾害应变中心之时为准。委员何新存等22人提案增列第37条之4，灾害之土地及房屋经政府认定应连外交通中断致无法正常使用者，
无法使用期间免征地价税及房屋税，免征期间不得超过三年。委员何新存等22人提案增列第37条之5，房屋因灾害需经清理整修，使能回复原来使用者，于清理整修完成前免征房屋税，免征期间不得超过一年。委员何新存等22人提案增列第37条之6，土地因灾害造成山崩、地陷、流失、沙压等环境限制及技术上无法使用者，无法使用期间免征地价税。委员黄伟哲等24人提案第39条第一项第一款、第31条第一项第二款、第三款后增列第6款或第7款等字，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委员黄伟哲等24人提案第41条犯窃盗等字后增列诈欺二字，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44条第一项修正为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应尽速协调金融机构就受灾民众所需复建资金予以低利或无息贷款。第二项修正为前项贷款金额、利息、补贴额度及作业程序应报请中央灾害防救汇报核定之，利息补贴额度由住宅法第7条规定设置之住宅基金、行政院第二预备金、中央特别统筹分配税款提供，补贴范围应斟酌民众受灾程度及自行重建能力。亲民党党团提二第44条第二项修正为前项贷款金额、利息、补贴额度及作业程序应报请中央灾害防救汇报核定之，利息补贴额度由中央编列预算执行之，补贴范围应斟酌民众受灾程度及自行重建能力，第一项维持现行法条文。委员王定宇等37人提案第44条第二项修正为前项贷款金额、利息、补贴额度及作业程序应报请中央灾害防救汇报核定之，利息补贴额度由住宅基金提供，补贴范围应斟酌民众受灾程度及自行重建能力。委员陈廷飞等20人提案第44条第一项修正为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应尽速协调金融机构就灾区民众所需重建或修缮资金予以低利贷款，第二项维持现行法条文。委员曾明忠等17人提案第44条修正为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应尽速协调金融机构就灾区民众所需重建资金及灾前已办理之贷款予以低利贷款或其他优惠措施，前项申请条件、贷款金额、利息补贴额度、其他优惠措施、作业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内政部会商有关机关、相关机关定之，利息补贴额度由各级政府编列预算执行之，补贴范围应斟酌民众受灾程度及自行重建能力。第一项之其他优惠措施不受银行法第38条、第75条、第76条及保险法第146条之2规定之限制。灾区居民自政府或民间领取之各项救助金、慰问金或临时工作津贴，不得作为抵押、抵消、供担保或强制执行之标的。中华民国105年2月6日于高雄、台南地区发生之强烈地震及其后各次余震所造成之灾害，得准用本条之规定办理。委员叶宜兴等23人提案第44条第二项修正为前项贷款金额、利息补贴额度及作业程序应报请中央灾害防救汇报核定之，利息补贴额度由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编列预算执行之，补贴范围应斟酌民众受灾程度及自行重建能力，第一项维持现行法条文。委员林俊宪等44人提案第44条第二项修正为前项贷款金额、利息、补贴额度及作业程序应报请中央灾害防救汇报核定之，利息补贴额度统一由内政部中央住宅基金提供，补贴范围由行政院进行跨部会协商定之，第一项维持现行法条文。时代力量党团提案增列第44条之1，
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应尽速协调金融机构，就受灾民众因灾害致不堪使用之建筑物及其基地，抵偿受灾民众以该建筑物及其基地为担保之贷款或展延其清偿之期限，前项展延期间之利息得由政府依前条第二项锁定之裁员予以补贴，前二项锁定不堪使用建筑物之认定展延期间利息补贴之范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商相关机关定之。金融机构依第一项规定，承受处理建筑物或其基地者，不受银行法第75条、第76条及保险法第146条之二规定之限制，应展延受灾民众贷款清偿期限，不受银行法第38条规定之限制。亲民党党团提案增列第44条之一，灾区民居民得经原贷款金融机构之同意，以其因灾损而经政府认定之房屋及其土地、车辆抵偿原贷款债务，由原贷款金融机构依前项规定办理者，得在前条锁定最高贷款额度扣除实际重建构贷款后之余额范围内，于原贷款剩余年限内予以利息补贴，补贴之利率由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视金融市场房贷利率与中央主管机关及金融机构议定之。前项利息补贴之范围、方式、程序、自用住宅不堪使用之认定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相关机关定之。金融机构承受处置第一项房屋或土地，不受银行法第75条、第76条及保险法第146条之二规定之限制。委员王定宇等37人提案增列第44条之一，灾区居民得经原贷款金融机构之同意，以其受灾损而经政府认定之房屋及其土地抵偿原贷款债务，由原贷款金融机构依前项规定办理者，住宅基金得在前条锁定最高贷款额度扣除实际重建构贷款后之余额范围内，于原贷款剩余年限内予以利息补贴，补贴之利率由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视金融市场房贷利率与中央主管机关及金融机构议定之。前项利息补贴之范围、方式、程序、自用住宅不堪使用之认定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相关机关定之。金融机构承受处置第一项房屋及或土地，不受银行法第75条、第76条及保险法第146条之二规定之限制。委员曾明忠等17人提案增列第44条之一，灾区之农地、渔翁及其他农业相关设施向金融机构贷款之担保品全部毁损或灭失者，其担保品得由金融机构依贷款余额予以承受，前项之申请条件、承受补助之范围、方式、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会商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定之。金融机构依前项规定承受者，由政府就其承受金额最高80%之范围内予以补助。委员叶宜津等23人提案第44条之一，灾区居民自用住宅经政府认定因天然灾害毁损致不堪使用，由原贷款金融机构承受该房屋或土地者，政府得于原贷款剩余年限就承受原贷款余额最高以年利率 2% 予以利息补贴，但土地未灭失者，由政府负担其贷款余额并取得其抵押权。前项利息补贴之范围、方式、程序、自用住宅不堪使用之认定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会商相关机关定之。金融机构承受处置第一项房屋或土地，不受银行法第75条、第76条及保险法第146条之二规定之限制。金融机构对受灾居民于灾害前已办理之各项借款及信用卡，其本金及应缴款项之偿还期限得予展延，展延期间之利息应免予计收，
并由政府予以补贴，其补贴范围、展延期间、作业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商相关机关定之。前项本金偿还期限展延至其放款期限超过30年者，不受银行法第38条规定之限制。委员林敬炫等44人提案，第44条之一，金融机构对房屋因赈灾毁损，经政府认定全倒、半倒或是无法居住使用者，应照受灾程度严重性，最高给予受灾户房贷本金利息全额减免。前项担保借款之本金及利息，将由银行以呆账原则处理，若仍有差额，由行政院处理补贴作业程序并定之。金融机构对房屋因赈灾毁损，经政府认定者，于赈灾前已办理之担保借款，因本金偿还期限展延6年，至其放款期限超过30年者，不受银行法第38条规定之限制。亲民党团提案第44条之二，灾区居民自用住宅车辆经政府认定因灾损致不堪使用，于灾前已办理之担保借款，其本金利息经合议得展延之，展延期间之利息应予免予计收，并由中央编列预算予以补贴，其补贴范围、展延期间、作业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商相关机关定之。因本金偿还期限展延至其放款期限超过30年者，不受银行法第38条规定之限制。委员王定宇等37人提案第44条之二，灾区居民自用住宅经政府认定因灾损致不堪使用，于灾前已办理之担保借款，其本金利息经合议得展延之，展延期间之利息应免予计收，并由住宅基金予以补贴，其补贴范围、展延期间、作业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商相关机关定之。因本金偿还期限展延至其放款期限超过30年者，不受银行法第38条规定之限制。委员叶宜兴等33人提案第44条之二，全民健康保险对象因天然灾害受灾者，于灾后一定期间内，其应自付之保险费、医疗费用部分负担及住院一般膳食费用由政府支应，其资格条件、期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卫生福利部定之。委员林俊宪等44人提案第44条之二，灾区低收入户未申请政府优惠、融资或其他补助，经金融机构核放创业融资贷款者，得由内政部对承办该贷款之金融机构补贴利息，其贷款金额不得超过新台币150万元。前项利息补贴额度及申办作业程序，由内政部会商财政部定之。委员叶宜兴等23人提案第44条之三，农业健康保险及国民年金保险被保险人因天然灾害受灾者，于灾后一定期间内应负担之保险费，由政府支应，其资格条件、期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分别由内政部卫生福利部定之。委员林俊宪等44人提案第44条之三，公寓大厦因赈灾毁损办理原地重建，经不同意重建决议或同意后不依决议履行之区分所有权人出让其区分所有权及其基地所有权应有部分或建筑物拆除后，经不参与重建之土地共有人出让其应有部分，并经金融机构核放融资贷款于该受让人者，得由内政部办理对该承办金融机构补贴利息，前项之受让人视为同意重建。第一项利息补贴额度及申办作业程序，由内政部会商财政部定之。委员叶宜兴等23人提案第44条之四，劳工保险及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因天然灾害受灾者，于灾后一定期间内应负担之保险费，由政府支应。劳工保险被保险人因天然灾害致伤病者，得请领伤病给付，其所需经费由政府支应。前二项被保险人之资格、请领条件、给付额度、期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劳动部定之。委员林敬宪等44人提案第44条之四，灾区居民因赈灾毁损而经政府认定之房屋及其土地，
抵偿原贷款债务，金融机构承受该房屋及土地者，得由政府编列经费予以补助，但已供紧急融资贷款设定抵押者不适用之。金融机构承购处置前项之房屋或土地，不受银行法第75条及第76条规定之限制。第一项补助之范围、方式及程序由行政院定之。委员叶宜津等23人提案第44条之5，天然灾害灾区居民自政府或民间领取之各项补助金、慰问金或临时工作津贴，得免并入综合所得总额课征所得税。天然灾害灾区内之土地及建筑物符合一定之条件者，得减免房屋税及地价税。前项之一定条件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第一项之救助金、慰问金或津贴，不得作为扣押、抵消公担保或强制执行之标的。委员叶宜津等23人提案第44条之6，天然灾害灾区之农民余温与其他农业相关设施向金融机构贷款之担保品全部毁损或灭失者，其担保品得由金融机构依贷款余额予以承受，金融机构依前项规定承受者，由政府就其承受金额最高80%之范围内予以补助。有关承受补助之范围、方式、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会商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定之。委员叶宜津等23人提案第44条之4、第7，产业或企业因天然灾害影响而发生营运困难者，中央执行机关得予以纾困。前项发生营运困难产业或企业之认定、纾困措施与基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拟定，报行政院核定。企业因天然灾害影响而发生营运困难者，于灾害前已办理之贷款，其本金及利息之偿还期限，得经金融机构同意予以展延。前项展延期限，周转金最长1年，资本性融资最长3年。第三项合议展延期间之利息损失，由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补贴金融机构。企业因天然灾害于其复工营业计划范围内，其所需资营业资金向金融机构之贷款，由相关信用保证基金提供信用保证，其贷款之利息于周转金最长1年、资本性融资最长3年之范围内予以补贴。前项信用保证成数为90%，送保期间保证手续费免向受灾企业计收。前二项补贴范围及作业程序，由各中央灾害防救主管机关定之。盈利事业对天然灾害灾民救助及重建之捐赠，得于申报所得税时列为当年度费用之费用或损失，不受金额之限制，不适用所得税法第36条之规定。委员黄伟哲等24人提案第45条，民间捐助救灾或由各级政府机关依公益劝募条例第5条第2项于重大灾害时发起之劝募，其款项之统筹处理应尊重捐助者之意见，专款专用，提供与灾民救助直接有关之事项，不得挪为替代行政事务或业务之费用，并应公布支用细目。前项由各级政府机关发起之劝募，准用公益劝募条例第13条及第19条之规定。行政院提案第47条之1，对于因灾害失踪之人有事实足认其确已因灾死亡而未发现其尸体者，法院得依利害关系人或检察官之申请确定其死亡及死亡之时间。前项申请应于灾害发生后1年内为之。第一项之失踪人以法院裁定所确定死亡之时推定其为死亡，确定死亡与死亡时间之裁定及该裁定之撤销变更本法未规定者，准用家事事件法宣告死亡事件之规定。法院准许第一项之申请者应定3个月以上2个月以下期间公告于公报或新闻纸，并记载凡知悉失踪人之生死者，应于期间内将其所知呈报法院。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47条之2，受灾民众对其所受损害依法应负赔偿责任之人提起民事诉讼者，暂免缴纳裁判费，
于申请强制执行时并暂免缴执行费。前项诉讼受灾民众为保全强制执行而申请假扣押或假处分者，法院依民事诉讼法索命公之担保不得高于请求标的金额或价额之十分之一。前项担保得由主管机关出具保证书代之。法院就第一项诉讼所为受灾民众胜诉之判决，应依职权宣告假执行。委员黄伟哲等24人提案第47条之二，灾害发生时应可归责于人之事由，致受损害而提起民事诉讼者，免缴裁判费，不受民事诉讼法第77条之13、第77条之14、第77条之16、第77条之17条规定之限制。灾害发生时，应可归责于人之事由，致受损害。债权人为保全债权而对债务人申请假扣押者，虽未为假扣押原因之事明，如就债务人所应受之损害已供法院所定之担保者，管辖法院得命为假扣押不受民事诉讼法第526条第二项之限制，前项法院所定担保之金额不得高于请求金额十分之一。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48条之一，受灾民众自政府或民间领取之慰问金、抚恤金、补偿金或临时工作津贴，得免并入综合所得总额课征所得税。受灾民众所有之土地及建筑物符合一定条件者，得减免房屋税及地价税，或自当年度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应纳税额中扣抵。前项之一定条件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第一项之慰助金、抚恤金、补偿金或临时工作津贴，不得作为扣押抵消供担保或强制执行之标的。弃民党团提案第48条之一，灾区居民得自政府或民间领取之各项救助金、慰问金或临时工作津贴，得免并入综合所得总额课征所得税。灾区之土地建筑物毁损符合一定条件者，得减免房屋税及地价税；车辆毁损符合一定条件者，得减免牌照税及燃料税。前项之一定条件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第一项之救助金、慰问金或津贴，不得作为扣押抵消供担保或强制执行之标的。委员王定宇等37人提案第48条之一，灾区居民自政府或民间领取之各项救助金、慰问金或临时工作津贴，得免并入综合所得总额课征所得税。灾区内之土地及建筑物符合一定条件者，得减免房屋税及地价税。前项之一定条件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第一项之救助金、慰问金或津贴，不得作为扣押抵消供担保或强制执行之标的。委员林进宪等44人提案第48条之一，灾区居民自政府或民间领取之各项救助金、慰问金或临时工作津贴，得免并入综合所得总额课征所得税。灾区内之土地及建筑物符合一定条件者，得减免房屋税及地价税。前项之一定条件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财政部定之。第一项之救助金、慰问金或津贴，不得作为扣押抵消供担保或强制执行之标的。亲民党党团提案第48条之二、第44条、第44条之一、第44条之二及前条之规定，朔自中华民国105年2月6日生效。委员王定宇等37人提案第48条之二、第44条、第44条之一、第44条之二及前条之规定，朔自中华民国105年2月6日生效。委员林俊宪等44人提案第48条之二、第44条、第44条之一、第44条之二、第44条之三、第44条之四及前条之规定，朔自中华民国105年2月6日生效。委员叶宜津等23人提案第52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至第44条至第44条之7条文，朔自中华民国105年2月6日生效。委员黄昭顺、陈超明、徐正卫、林立禅提出修正动议，第2条第1项第1款第1目
而第二目修正为火灾、爆炸、公用气体与油料管线、输电线路灾害、矿灾、空难、海难、陆上交通事故、森林火灾、毒性化学物质灾害、生物病原灾害、动植物疫灾、辐射灾害、工业管线灾害等灾害，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修正为火灾、旱灾、公用气体与油料管线、输电线路灾害、矿灾、工业管线灾害，经济部。第六至第八款修正为六生物灾病原灾害，卫生福利部。七辐射灾害，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八其他灾害，依法律规定或由中央灾害防救汇报指定之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第七条修正第五项文字为内政部消防署执行灾害防救业务，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增列第44条之一灾区受灾居民购屋贷款之自用住宅，经各级政府认定因灾害毁损致不堪使用者，得经原贷款金融机构之同意，以该房屋及其土地抵偿原贷款债务。内政部得于原贷款剩余年限，就承受原贷款余额予以利息补贴。前项利息补贴之范围、方式、程序、补贴利率，自用住宅因灾害毁损致不堪使用之认定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内政部会商相关机关定之。金融机构承受处置第一项房屋或土地，不受银行法第75条、第76条及保险法第146条之二规定之限制。增列第44条之二至四。第44条之二，金融机构对灾区受灾居民于灾害前已办理之各项借款及信用卡，其本金及应缴款项之偿还期限得予展延，展延期间之利息应免予计收，并由各级政府予以补贴，其补贴范围、展延期间作业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商相关机关定之。前项本金偿还期限展延至其放款期限超过30年者，不受银行法第38条规定之限制。第44条之三，灾区受灾居民自政府或民间领取之各项救助金、慰问金或临时工作津贴，免纳所得税。灾区内之土地及建筑物符合一定条件者，得减免地价税及房屋税。前项一定条件减免期限及范围，由灾区之直辖市、县市政府以自治条例定之，并报财政部备查。第一项之救助金、慰问金或临时工作津贴，不得作为扣押、抵消、供担保或强制执行之标的。第44条之四、第44条之一至第44条之三所称灾区，只因风灾或震灾造成严重人命伤亡之受创地区，其范围由行政院公告并刊登政府公报。第52条修正为本法除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第44条之一、第44条之四至105年2月6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好，那个报告委员会，现在所有的条文已经宣读完毕，那我们来进行协商，好不好？那我们还是在下面呢，好，好不好？稍等，准备一下。Thank you.
好，那个各位委员哈，我们等一下，因为方便我们要记录，所以请大家要发言的话，我们还是用麦克风。然后那个行政单位的部门，你们要报告或者要说明，请你们在说的时候先说你们的单位，好不好？那我们就开始哈，来第二条，我们从第二条开始。对，大概有时代力量党团陈廷辉委员，还有我们刚才的这个条文，我们这里有，还有一个修正动议哈，就刚才本席所提的修正动议。那这三个条文，来，请问各位委员，我们图长第一个是图长异化嘛哈？我们放在第二项哈。对。那个赵委啊，主席啊，我建议一个好不好？我提一个程序问题，我们那个法制局的这个研究有没有列席啊？法制局有来吗？应该练习，假如说有什么意见可以征询呢、啊？我们没有要他过来，但是要不要可以？我们现在通知他一下，因为这个可以可以，我们还是通知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好，通知一下哈。好，那第二条，我们就第二条，大概现在有现行法，然后有陈廷辉委员的提案，时代力量的提案，还有刚才本席的修正动议。那各位委员，我们从第一项开始好不好？我们一项一项来的，那叫这个损失对吧？时代力量是加一款受灾民众。对，但是我们这里修改的比较多。可以，那就从我们从修正动议，修正动议的第二项，第一项大概大家都没意见嘛哈，就是加了一个土壤异化。一叫这土壤异化。这边没有土壤。有啊，那个陈廷辉委员啊。有加了一个土壤异化啦，对。我们的修正动议是放在第二项，我们请内政部说明一下好吗？嗯。好，我是消防署叶吉堂。那有关那个陈廷辉陈委员建议啊，要针对土壤异化的部分哈、啊。那昨天在执行的时候，那部长也有特别说明啊，就说有关土壤异化是地震引发的地质现象之一。那目前在我们现行的地震的相关的法令跟业务计划里面都列有规定，而且它最主要它能列在里面，最主要是有关那个救助的问题。那有关救助的这一部分的话，哈，就是我们那个院里面的肖政务委员也在2月24号也亲自跟我们陈廷辉委员也做过协商，也就是在我们的风灾、震灾、火灾、爆炸灾害救助种类的标准的执法里面来做修正，也就是把土壤异化的这种那个救助列为我们的这种救助的这种范围。那昨天也有部长在巡导时也有做报告，已经在3月12号跟3月18号要做预告。那预告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救助种类跟那个标准做一个那个修正。那这样的话，对于那个民众的这种救助的这种权利就没有受到那个影响。所以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个修法可能会比较那个完备。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在政策方面就不加含土壤异化这几个字。以上报告。那个署长，那加的其实也没关系啊。加了也不影响。不好意思啊，这、啊、加了当然没有关系，但是逻辑上在文字上来讲，我们这里想的都是灾因呐、啊，都是灾因呐、啊嗯。啊，等到小光归类啊，这个地震以后也会归类嘛，哈、啊，会那这个到底要不要加？这个就有一个逻辑性的问题。我们大概都是讲灾因啊，比如说洪灾、水灾、震灾啊、旱灾都是灾因，但是灾果就是后来那个果，我们是没有写的。那土壤异化是一个应该是灾地震以后产生的结果。那陈廷辉委员在关心的说啊，土壤异化没有列进去会不会受到影响他的权益啊？不会啦，刚才讲就是说我们他有那个地震产生的这样的啊土壤异化的结果，我们已经在这个相关的记住的这个办法里面都已经把它加进去，委应用的一些权利了。他目的是在这里。那如果第一幕大家没有意见，我们就哎，主席，不好意思啊、哦。我请教一下啦齁，就是土壤异化有没有可能没有发生地震也有土壤异化造成灾害？不会，都
不会，一定要有地震才会有地方。还有切轨的，对，当切轨。主席，那个部长，那个我其实昨天有问嘛，像我们彰化那个土壤异化发生17年啊，你之前都没有写嘛，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列上去才对嘛，这样比较清楚嘛。你刚刚不是说有没有列没有列都一样，问题是像17年前有发生，你们有没有在乎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列上去了，啊，你看清楚了。其实列跟不列都一样啦。对了，我们还是把它列下去。我只是说明了哈，这个但立法在有一个逻辑性啦，那弄下灾因嘛，好，啊，灾果因果，我们果没有列嘛。好，果这地震是因嘛，土壤异化是果嘛，啊，你要不要列果，那你就很多不是果啦，果啦，结果嘛，差不多啦，可以公家吧，我之前呢，好恁参考啦，你来讲咩列，我想讲猫嘞果，我请教一下那个部长，那个我们请教一下那个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副所长，是不是因为？那个地震才会土壤异化，还是土壤异化才会？这我觉得因跟果可能还是要把它弄清楚。好，这个就是因为必须要有地震哦，那地震是最后一个条件。那再来就是它有土层要沙子含的孔隙水里面都是含水，这样才有这个异化的潜质。所以一定要地震了以后才会。对，没有地震不会，当然是局部的。你到河边去。你把它拍一拍。那刚才那个洪委员他们说彰化，他们已经7年什么什么。对。对。那个是921地震。也是地震了以后才。对。地震才产生的。你有这个法了，你也没有处理。所以。其实是有处理。那个是地震是不会。我建议一下好吧。因为会讲到17年啊，其实也不是只有彰化嘛。那就是土壤异化，因为过去不管20年前的地震、30年前的地震产生的土壤异化，它其实都留存在那里，没有什么解决嘛，哈。是。我想洪委员他疑虑的是说，那如果那种17年的，你有什么方式解决了哈？就是说我认为说，是不是可以借这个机会啊？第一，把土壤异化是它的成因是如何，它造成的这个房屋安全啊，它的影响是如何，它跟地震的关系是如何，把它讲清楚啦，好不好？因为你14号就要公布嘛。我们在公布的时候，你听我讲完，把它讲清楚。对对对。然后，好，然后对于陈廷辉委员关心、洪委员关心的，现在那个土壤异化造成的影响，你的如果你这里不列的话，你其他的是怎么解决？把它讲清楚。把它讲清楚，大家才能知道说，好，因为法律逻辑来讲哦，我还算同意这里是，就是说这样的逻辑，这个加在这里哈，好像不然我们要不要加海啸哈？要不要加什么？我是怕这样，但是你大家担心的还是要把它讲清楚啊，讲清楚，这个可能这里就大家都可以同意了。我们在14号，我补充一下，在14号公布的，我们有一个懒人包，也有 Q&A， 这些都是要讲说土壤异化。的一些机制跟成因啊，都会说明。那另外刚刚讲到921，那其实在921震灾的时候，有关于地震破坏的，其实也都有一些补偿的那个。那后来修法上也有针对这个灾害啊，做一些建筑上的修正，这个都是我们知道的那个。刚刚副所长他讲的921地震啊，震灾啊，所针对建筑物不管是什么各项补助，那个时候并没有所谓的土壤异化这个议题这么大，而且那时候也没有把它列为是灾情的导致的原因之一。所以呢，911地震的时候，我跟侯委员为什么会注意这个？911震灾之后，我们都是在灾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土壤异化导致的建筑物结构受损而得到政府的补助，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哦。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主张说？今天刚好要修法了，修法是不是要更明确？明确化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再把过去的那个921地震，还有中间的好几次地震，包括我记得有一年的327地震哦，也是在我大理太平哦。那整个这每次的震灾，到底它结构建筑物结构受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受损了之后，我们政府应该怎么去帮忙？怎么样去定所谓的补助标准？
或者是呢怎么去救助灾民，我觉得这个都要讲清楚啦。今天就是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件要求。好不好，我想这个部分哈，就是第一项这个部分就是要把土壤异化这边把它放进去，要放或者不放。那如果按照内政部长刚才的说明，就是因跟果的问题，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土壤异化这个部分，我们请法制局在说明栏把这个土壤异化用一个附带决议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把它呈现在那里，那可能就整个的条文会比较清楚。各位有没有意见？如果大家愿意这样做的话，那我就请法制局这边来，你们来帮忙写，或者请内政，我们把它弄在那个法制局还没，对，我们用立法技巧在说明栏跟用附带决议或者用说明栏里面把它呈现出来，这样好不好？那个赵伟，我做一个建议啦齁，921重建我大概做了8年的重建工作，那土壤异化事实上也是在震灾之后加上它的那个地基造成的复杂的成因啦，所以我认为现在的法案它其实是在震灾后面刮胡含土壤异化，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有锁定是跟震灾相关，我觉得这件事情列进去并不影响刚刚部长提的就是要以成因来思考啦，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列进去，而且刚刚部长在提的时候他也特别强调列跟不列他都接受啊。没有，那个刚才杨文志委员有提到 我说明一下好不好，这个灾害它有分包括预防嘛，抢灾，然后到最后复原重建嘛，所以在36到37左右他是在讲灾后的这个复原跟重建嘛，啊，其中这个第37条之一大概是他们这一次台南他们比较关心的啦齁。他大概重点是在讲什么，就是说重建的工作齁，假如有包括这些相关区域计划法、都市计划法、水土保持法、山坡地保育限制、森林法、水利法、国家公园法、其他法令之限制，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突破嘛。所以土壤异化因为它涉及到一些重建的工作，所以大概陈立芬委员所他比较关注的是在于说这个在重建的灾后重建复原这一块啦，所以他为什么把它写在地震然后括号后面啊，他着眼是在重建工作啦，啊，所以从这里来看哦，我是比较赞成说假如是用震灾然后用括号含土壤异化，这个应该不会去违反的说部长刚刚在讲什么震灾的这个事件啊，这个等等这个震因或震果这种说法应该是不会啦，还好啦，你最好是后面那个法令你如果不把它写在这里后面要拍出力了拍套啦，对对对，是啦，这样子好不好，因为 我们上一届那时候在修法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日本大海啸，所以大家就把海啸下了去了，啊，你现在大家因为土壤异化现在很红嘛，所以现在就想要写土壤异化，我是这样讲，是不是我征询各委员的意见啊，如果按照那个部长刚才的逻辑啊，跟那个姚文智委员的逻辑，我觉得不写可能会比较好，那不写我们怎么样在说明栏里面把各项可能产生的地震所造成的伤害全部把它放在那里面，我觉得可能会更周延，我不知道各委员的意见怎么样，包括海啸啦，包括土壤异化啦等等，我们都把它写在里面，那我们请那个内政部或者法制局来拟那个文字，拟好了以后我们大家看过了以后我们就照那个文字来通过，这样好不好，大家有意见吗，好不好，好，如果没有意见，啊，我们啊，法制局虽然还没到，但是那个像法务部啊还有什么其他司法院搞不好都有人来嘛，法务部应该有人来啊，第一个也可以说明一下，第二个，其实也可以保留到最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啊，那我们请那个蔡检察官法务部的法制司的蔡检察官说明一下好吗，这个之前我们在行政院讨论过的时候，其实立法那个内政部其实针对这个部分其实有说明，那是这边法务部代表，对，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那时候我们蛮赞同就是内政部的意见，就是说其实他这个部分赈灾的部分其实已经就是包含了，那其实针对的只是说要怎么去说明的一个部分而已，对，所以那时候就难怪你能不能把这个说明栏里面的一些文字给我们一些意见，我们理一下，我们在说明栏里面把它说清楚，
哦，这好不好？对，可是这可能要内政部来提供一下专业的那个意见。好，好，那我想那个环保部已经做这样说明，那我们第一幕就维持这个修正动议这样子，然后说明栏请内政部去拟文字，好不好？好，那包括什么啊？你这是在讲陈廷威的哈？对，就是因为包括海啸、包括土壤异化等等，就一并在这个说明栏里面处理，好不好？好，那现在我们就好，第一幕原则就这样通过哈。那第二幕我们有一个修正动议，有一个这个时代力量跟，不啦，等。现在是第二款吗？第二款有一个修正动议，大家有看到了没有？有哈。那请问大家对这个修正动议有没有意见？第二幕是不是？哎，第二幕。对，第二条第二幕、啊。第二条的第二幕。那那个黄昭顺委员的修正动议，这个呢？这个讨论了吗？对，现在在念，现在在讨论这里。哦，那个哈、哦，是不是请说明一下这个？好，那我们那个消防署叶吉堂再说明一下，就有关那个第二幕哈、哦，我们针对生物病原灾害、动植物疫灾、辐射灾害及工业管线灾害，它的理由哈、哦，第一个有关生物病原灾害的部分哈、哦，就是最近我们的这种类似这种流感哦，它威胁民众的健康及安全，对社会及经济亦可能造成冲击，未力全面且及时防治。经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在1992年5月26日指定生物病原灾害为本法所定其他灾害，沿将其列为本法所定的灾害范围以应时需。第二个有关动植物疫灾，就是像口蹄疫、禽流感等发生时，除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外，也严重更会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在处理上除需各级政府机动因应外，更需相关部会协同处理。经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于104年5月12日指定为动植物疫灾为本法所定其他灾害，沿将其列为本法所定之灾害范围。第三个，目前我国有三座核能电厂运转中，目前使用放射性物质之机关构约有900余家，应用范围广大，包括医学、农业、工业研究等。倘发生事故，将造成辐射外泄，影响国人安全。鉴于100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地震强震引发海啸所致之重大伤亡及损失，为健全辐射灾害防救体系，强化灾害之准备、复原跟重建，所以我们在1992年5月26日指定辐射灾害为本法所定其他的这种灾害。好，在考量那个103年7月31日高雄气爆造成严重情形，所以我们就加了工业管线灾害为法定的这种范围。那再过来，以上就是到这里为止。以上报告。那个各位委员，那个陈廷委员，你先坐一下，我先把第二幕给处理一下。那个第二幕的部分，其实哈，我们本身还很想请教那个卫福部哈，像最近的流感、登革热这些，在这样的条文里面，这样算不算？那个卫福部有来吗？来，嘿，那个是检验视察吗？是检验视察吗？那计政。议事室的计政，刘计政。不是，我是代表疾病管制署邱天芳，我是检验计政。哦，邱机关署的。哦，对，好，邱小姐来，邱计政来。是目前呢，因为我们也有传染病防治法可以适用，所以就算广义的我们纳入这个生物病原灾害的话，我们还是从传防法优先适用了。传染病防治法，对。那可是你们这次在登革热跟那个这次的流感死亡，你们都没处理啊？不是没有处理，不好意思，我想我们就我们自己的权责范围，还是会有其他法律可以适用啊，不会直接
转到这个灾防法。那灾防法这里所讲的生物病原灾害，在我们的概念里面是比较复合式的，会冲击到国安社会经济的，也许所以像的可能像 SARS 不算在这里面的。那目前这样的状况还在我们自己卫福部的。那你们传染病防治法在这一次的那个登革热跟流感，你们怎么补偿？我们并没有补偿。对，我觉得这有问题啊。不好意思，这个有问题，因为有很多委员都提出来，因为的确对很多的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冲突。这将来如果认定之后扩大适用，那补偿的规定我们还要跟其他部会再讨论。原则上一般就视为生病死亡是没有补偿的。好，主席、好，来，请。主席好，那个我看法这样的，因为我看这边的，包括刚刚我提到的路上交通事故，这个都列为那个。那我觉得像登革热在中南部其实很严重了哈，去年破了4万例哈，今年有学者预估会到8万例。我觉得这个预防是一件重要的事了哈，灾害防救法预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觉得这一块列上来会有很强的给卫福部或给各部会啊有一个警惕效果。同时我也建议把细悬浮微粒的物质灾害也把它放进来了。PM2.5 现在也越来越严重，预防这个工作也要给相关的行中央部会也更大的压力去做一个预防了哈。我是建议这两个期都可以放进来哈。好，各位有没有意见？等一下，我询问一下，一起回复了哈。大家都讲好听话了哈，但是我看到这些东西下来的话，几乎什么病都是灾害的。我们不一定，部长，你要拿出你的看法。生物如果生物病原灾害是什么？动植物疫的疫灾叫什么？这个要定义很清楚啊，不然你赔不送赔啦。到时候都是由政府付钱出来，其实民众的责任自己要求的很重要啊。你当他喊弄个铁腿光安利来都有人报上啊，讨好选民，台湾已经很穷了。不是焦虑题哈，我想我把这个背景做说明哈。我把这个背景做说明，记得姚文志委员你们请哈，在104年的12月14号，我们以前的内政部长叫李鸿源李部长，在我们内政委员会做报告的时候，所提的报告里面就非常清楚的写出来，有鉴于 H1N1 新型流感、口蹄疫等生物病原灾害或动植物疫灾，除威胁民众健康及安全外，对社会及经济亦可能造成冲击及重大损失，在处理上急需各级政府机动因应外，更需要相关部会协同处理。所以他在上一次的协商的时候，我们以前的内政部长就已经提出来，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在审法案不能够倒着走，104年咱保定的退出来，咱106年咱家的合商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啊，这很奇怪。对，所以我还是征询所有委员的意见，看看各位委员对这个部分有没有意见。如果有意见，我们就把它修正；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是能够宽列对所有民众的损失。我觉得应该做的，我们还是要做。像这一次的流感在，登革热跟流感，我想赖委员很清楚，都造成很多经济上很多的家庭，可以说瞬间非常的无助。那我希望各位委员能够看怎么样来处理会比较圆满。啊，主席，我再请教一下，咱是要讨论问题，登革热怎么南部有，北部会没有啊？到底的原因发生在哪？我就问你讲什么？因为这里面大家看的问题都给他打不回台湾东北，那为什么北部没有，南部有？啊，那个植物权权限到底在哪里？把什么病都把它划进去灾害的时候啊，都不打个龙后，打个绝对来对。我是讲实话的人啊。好，你阿里敢对我讲登革热啊？怎么夏天有，冬天没有？啊，为什么会这样的产生？其实这是卫福部自己要去解决的事情，要去克服的事情。把一个病全部当作灾害的话，台湾到处都是灾害。因为我跟你讲，这种玩意儿到哪个地方都要求政府要去补偿跟赔偿。
我要大家仔细深思讲的这些问题在。这个我讲的啦哈，这个蠓啊吼，南部啊北部无啥共啊，啊蠓啊惊寒啦，吼啊北部也有登革热，毋是无啦，吼、哦、较少啦，因为天气较冷嘛吼、哦。啊，迄、那个我但是这个陈昌明委员哈、哦，他在讲这个事情，大概是凸显一件事情啦哈、哦，就是说那个像辐射灾害啦哈。哦啊，第三条也有讲到说，辐射灾害管理机关是行政院原能会嘛，啊、哦，那我们本来就有一个法令体系叫做核子事故这个紧急应变法嘛，所以这两个法到底它是怎么竞合？假如说那个法已经有规定它的应变体系啊，啊、哦，那这个相关的指挥啊计划作业都有啦，那你现在在灾防法里头，你又把辐射灾害列在灾防法里头。那这个法令的竞合如何处理的 啊所以陈昌明委员讲的意思大概也是这样。那你这个你在这个卫福部里头的这个传染病防治法都有相关的规定啊，那你现在又在这里又再列一个，那到底这个意义为何？那假如不做这样的一个修正，对整个防灾体系的完整性跟建构到底会有什么问题？这个要请内政部说明啦、啊。那个刚才卫福部有说明齁，现在到今天为止传染病防治法里面并没有把这个部分放进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能陈昌明委员齁比较少去南部啦，我还是要帮南部讲几句话齁。因为我们大概搭高铁到台中以后，我们就开始脱外套，然后一路脱到高雄去，然后从高雄又上台中就开始到，没有，有时候穿两件，有时候穿两件，包括那个毛衣，包括毛衣，我来到台北都一定要再穿毛衣，还有围巾还要穿哈。像我今天早上有碰到那个陈廷辉委员，我说陈廷辉委员，你给那请汉布，伊甲我讲哈，他说哈，他昨天晚上来的时候，因为昨天晚上高雄还很好，台南也很好啊，就来到台北的瓜子都唔知人啊，所以他把卫生衣穿在里面。我是把毛衣穿在，那你这样要修改交通运输工具的设备规则啊？不是设备规则，台中以后掉一件外套下来。然后你自己以前也在南部了哈，因为今年呐、啊、哈，南部的登革热哈，包括台南跟高雄死亡有200多个人，这个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当然这是跟防疫有关，可是有很多那样子的状况的人，的确那个家庭造成很大的困扰。而这个防疫应该做的工作，其实本来就是我们国家应该做的。可是北部跟南部真的气候真的差很多，所以南部有热带医学的防治中心，北部就比较不重这一块。所以我想也没有换，本席都没有意见。那我只是把当年这个李鸿源部长写的东西，我们都把它放进去，包括 H1N1 的流感，他也放进去。像今年的流感，我们已经死亡，包括卫福部这两天预估说到三月可能会到200个还是几个，已经破百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这一块能够给人民一个我都没有意见啦齁。那看看我们各位委员希望怎么做，那我们就把它弄好。我不能有太多的意见啦，拍摄齁，我卖国家好像。你插嘴我两次。好，不，我不在你的齁，是的。其实没有什么意见，那现在的氛围也不敢这样给百姓好的东西表示意见了。但是我讲真的话，这样一下来，台湾到处都是病，都是灾害，黄旧了。大家深思这个问题。啊，我是就讲，我给他们讲，啊，讲有难听，那不足言，给百姓大家都要好。但是实时到时候真的事情发生，什么都是那个这个救灾防治法都出来了。哦，啊，有一寡是家己爱去做的，别人讲拢是政府的担的啦。啊，这个话是不怎么好听啦，因为得不到选票啦。那好，我直接会讲一下啦，好不好？这个啊、哦，不要拿台北或高雄谁待过哪里这样来讨论啦，好不好？哈、哦，因为恐怕我是在场在南部十年、台北十年的哈、哦。那个我刚刚才提的意见啦，就是包括土壤液化也好，包括现在。这个修正案也好，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啊，这个法律条文里面啊，包括路上交通事故，就是这个条文的很多定义哈、啊，它是真的蛮笼统的，好、啊，所以我是觉得包括
包括现在我们在讲登革热啦，或者是传染病啊，或者这些灾害，它真的有可能扩大到大家认为说这是一个大家都必须全民共同面对的灾害。但是它这个条文，这个法律的用语里面啊，是笼统到像大家看一下路上交通事故，那如果两部车相撞，算不算在这个定义的灾害？好，也就是说，这个整个灾防法哈，它在这个很多的定义，到底它的重大、它的范围啊、它的影响性，恐怕在这个里面，我们很需要法制单位啊来协助把这个定义的更清楚啊。我相信在场包括陈昭明跟我们都没有说重大问题不去解决的这样的南北的差异的思考或者其他了哈。来，像没有关系，那个林委员，主席要共勉哈。你说的写生物病原灾害，其实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很笼统的名词啦。那如果真的发生某一种疾病的流传的时候，那是不是要再定义一次，该不该列在这个法律里面呢？我们就以登革热来讲好了，啊，登革热刚那个陈昭明委员讲，登革热其实大部分它是流行在北回归线以南的，所以它会高于一两块五啦。那是因为它的病媒介哈，那个埃及斑蚊上班家，那个蚊子只在北回归线以南。那登革热，请问它是生物病原灾啊，还是环境病？因为它的定义也不清楚啦。有人说是因为你环境肮脏哈，你的环境不清洁，所以造成登革热，让那个病媒蚊的结绝哈，那生出来嘛。所以它到底是环境病还是生物性的那个传染病？啊，所以你现在把这些东西都写进来，我认为你到最后还是要一个表列化啦，像那个禽流感。啊，像禽流感造成一些鸡农鸭农的重大损失，还没送上呢。啊，你说是政府防疫不力，啊，我们当然是有农委会有补助了哈，啊，但是你再列在灾防法这里，那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啊，对啊，所以我讲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把它列进来，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修灾防法把这些东西列进来的主要用意是干什么？啊，它能够。比现有的，比如说在农委会已经有规范的，在卫生部已经有规范的，能够做更多吗？抱歉，我再讲一次，我更莫名其妙，你们把空难弄出来干什么？空难是飞机在跑的，有国外的航空公司、台湾的航空公司，应该航空公司要负责把空难也当为灾害，啊，就叫咱这人来赔钱、税金来去给补偿。你讲的困难是怎样的困难呢？这样讲一，我说明一下了，可能大家这个都在担心说列入进来以后权责怎么划分，那是不是列进来的就代表的要有政府要赔偿或者补偿嘛？这个两个没有必然的关系，哈，没有必然的关系。这个里面所讲的灾害都是在讲说重大灾害而需要协调相关部会来一起面对的时候。那你就要把它再透过这个机制开应变中心来做协调来做协助。不是小空难，空难你来单一的一个小的，它也不会成立应变中心，它就会去处理。但是它的空难如果是造成了很大需要很影响很大需要协调，比如说外交部协调很多的这个相关的部会一起来处理的时候，那个透过一个应变中心的处理，就比较容易整合，包括国军、高高一些这些力量。这里在讲的就是怎么政府来处理这个事，跟赔偿没关的啦。你讲空难，嘛不是讲因为空难，啊，你政府的爱赔偿这些人没这代志的，加这包括疫灾。法令上规定说不用赔就不用赔吧，跟这赔没关系啦，所以这是政府应处理紧急事故，这个算是整级的重大事故的一个机制啊，它功能了啊。那个主席啊，我们是支持说哈，这种建立一个共通性的救难的一个架构啦，哦，原则上这个方向是我们是支持的啊。啊，只是说我们刚刚说，在有一些灾害的种类啊，原因是不是跟其他的法令有一些竞合的这个部分啊，像传染病啊、核灾啊，啊，
啊，或者是交通事故在处理啊，是不是跟其他的法令有一些竞合的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说，这个那个内政部也能够提出一些说明，那我们得了解嘛。你何在你不了的何止事故紧急应变法嘛？来对啊，我公铁工他们边来预防边来处理哈。这个还查理对啦，完全是关心啊。但是这种整体的哈、哦，所有的灾难都把它弄到这个防灾法里面规定，这个我们是赞成啦。而且内政部说，我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灾害这个辐射发生的时候，当然相关的专业的法规还是照辐射法，但是因为这个能委会哈、啊，他要处理这个事情，可能要跨部会的协助，那就透过这个，因为它是属于核灾，是属于就可以透过这个架构来协助，主要是这个。但是我们绝对不会是在这里规定专业性的法的这个规定的细节，比如说和这个他的专业还是要尊重，我们只是重视协调啊，这个来协助这个处理这个灾害啊，就重点在这里，不是我们一把抓，将来这个灾害应变中心不是一把抓，不是，它是协调协助这样整合的一个单位。我们把它简单来，我们看原来的现行法的第二项里面是没有工业管线灾害、啊、大概只有多了一个动植物疫灾、生物病原灾害跟辐射灾害跟工业管线灾害这几项，请问各位委员要不要加，要不要做修正？如果要做修正我们就修正，如果我们不修正我们就保留原照原条文，大家有没有意见？那叫我来修呢？我今天那熊对我很好，我还惊呢。没有框架啦，我们觉得框架很重要啦。框架很重要，因为其实 对啊，框架很重要，因为其实很简单啦。你登革热也是当时我们请国军来帮忙做环境的整理嘛，对不对？对，他还需要中央指挥中心。好、哦，那感谢啊，感谢。所以我们还是照我们的修正条文哈，谢谢。好，谦卑哈。那回到我好，所以我也是框架，因为其实哈，我先要抗议一下哈。那我喊我恭贺啊，我只是在楼上在咨询，那等来公告我恭贺啊。我还是坚持，我昨天在咨询的时候我就有说，我还是坚持一定要在魔法要把土壤异化放进去，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灾害救助的种类跟标准，它只是能够修的就一个部分。只是在于说租金补贴的部分它可以把它放进去而已，但是呢在其他，当我们这个框架当地震之后遇到土壤异化，它整个框架我们的政府要投入去协助，这里面是没有的，在我们的救助种类与办法当中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框架放进去，赈灾括弧含土壤异化。因为我们现在921，从921地震，它我相信南投彰化土壤异化非常严重，921地震也是土壤异化，现在0206地震也是土壤异化，这已经变成地震之后的一个现象跟状况。所以我们认为说你这个框架要放进去，我们的政府单位才可以协助，其实协助的项目不只是租金补贴，我们的这个办法里面就只有租金补贴，只有租金补贴不是民众所需要的唯一选项，他要的是我们政府怎么来协助他，怎么做一个平台，怎么做沟通，这才是最重要的。陈委员，刚才因为你在那个楼上咨询哈，那我们有请华务部做说明，那他们说现在要写一个，说明的，就是立法主旨，我们再请检察官再说明一次好不好？来，华务部来。部代表说明，那关于这个部分的话，刚才我们的说明是说，因为刚刚内政部的解释是说，这边是从它灾害的一个成因，然后类型，然后来定义这个灾害，所以就内政部的说法的话，当然就是说，这个土壤异化就只是一个赈灾的一个现象，所以他们说这边就不需要含这样子的话，就是想说本来解释上本来就是包含这个土壤异化。那就委员的话来讲的话，委员可能针对土壤异化这一块可能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这一块部分其实是说，如果说不在定义这边解决的话，是不是可以在后面用一个专条的条文来处理，会不会也解决这个问题？
不会啊，因为既然都要做框架了，为什么就是一定要把它拿掉呢？不是就是框架，因为现在从921我们必须看这个现象，921再到0206，每一次它已经变成地震之后已经随附而发生的一个现象。你们虽然说它是现象，可是它是一个状况了，它是一个，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生物病原灾害，它也是一个原因造成的，有一些附加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才能介入，由中央指挥中心再去做一个调度，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状况，我还是坚持一定要把它放进去。好，那个陈委员，因为刚才有很多委员提到说土壤异化要不要放进去，海啸要不要放进去，环污规律要不要放进去，所以有一定程度的不一样的意见，我能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我们这个先保留一下，那待会我们再来做这一条的条文。刚才他们也写了一些在说明栏里面怎么样增列等等，那我们等一下再回过头来先保留啊，回过头来再出来。主席要跟孟贼哈，我想啊，我们现在在讨论的哈，是在于它的用词嘛，它的祸害嘛。啊，我想包括土壤异化已经有发生了哈，那我请问一下哈，那个生物病原灾害有没有发生过？生物病原灾害目前有没有发生过？那个卫生部说明。卫生部在哪里？生物病原灾害现在有发生吗？口蹄疫啊 ,H1N1 啊。有吗哈？有啊。然后再来就是动植物疫灾有没有发生过？植物疫灾应该是农委会。我们从92年开始建制这个生物病原灾害的防救计划哈，所以我们参与这个内政部的工作大概有十多年，那我们没有启动过。这个是，对，我们就直接依照我们传方法，然后重大才启动啦。嗯，这整个概念还是从 SARS 那样大规模的疫灾之后，所以大家就一起参与。所以 SARS 的时候就引起大家比较大的一个是那启动的标准，启动的机制。文志委员，我想问下你啊，好啊，我等下先问下你啊，哈。过来的是动植物。欸，动植物疫灾有没有发生过？农委会，农委会在哪里？来，黄义菊，来。哦，你好，我是农委会防检局哦。那像102年的狂犬病跟去年的新型的禽流感都发生过，所以我们都有启动。好，谢谢啊。那个辐射灾害有没有发生过？咱台湾有发生过吗？没有嘛，的目前没有嘛哈。然后那个工业管线有没有发生过？有啊，高雄的有发生过嘛？所以我们现在在名词上的要纳进来的，包括说土壤异化发生过了，包括说那个工业管线，这个都发生过，甚至也没有发生过了，我们都希望把这个名词纳进来，就是希望说以后可以做的事情更多了。所以我还是继续支持廷威委员刚刚所讲的这个部分。有那个招委，他们已经让我看到说那个说明，那说明是没有意义的，他还是一样说我们还是回归到救助办法。今天刚刚大家已经讲了，要去把这个东西列为一个框架，是要让我们的政府行政从中央到地方可以去协助他们，并不是单纯救助嘛，有很多的一个行政程序要做。啊，没关系，我来处理好不好？来，我们再征询委员会的意见。陈廷威委员希望能够把第一项的赈灾的后面括号含土壤异化，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那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好，那第二项就是，第二目，大家对本席的修正灯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好，然后再来是第七款，第七款是那个时代力量。时代力量加了一项受灾民众只因灾害之发生而受有损害者，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请内政部说明时代力量这个部分。好，就是有关那个受灾民众的这种定义部分哈，我们的意见是这样，就民众因受灾法所定灾害而致死亡、失踪、重伤、诸毁损安全达救助种类及标准秦岭规定者，
及受相关救助，就说非因须先认定他是那个灾民，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建议是说维持现行的规定，不予定义。那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就第七项不征，第七目不征定，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来，我们继续第三条。第三条的部分的那个陈廷惠委员，就是第一项就是要把第一目就是要把这个土壤异化加进去，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修正通过。然后第二目我们把这本席的修正的就是工业管线灾害把它加进去，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这个都是定主管机关、啊、对，所以就应该没有意见。那第三目有没有意见？大家看好第三目动植物异灾农委会的没有意见嘛？就是刚才我们那个第二目的哈，第六目也没有意见嘛？然后第七目没有意见，对不对？第八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我们就修正通过。然后再来就是，前项中央及灾害业务主管机关的第一目有没有意见嘛？第一目没有意见，第二目也没有意见嘛？哈，都没有修正，这边都没有修正哈。好，来再来第七条，来核心村委员所提的，来，请那个内政部说明。好，我说明一下哈，其实有关那个第七条的话哈，就是有关我们第一个就有关我们消暑的到名称哈。那何委员是有提到，就是说要加灾害资源统筹资讯会诊，并会同有关机关单位执行全民这一部分的话哈，因为按照我们那个灾荒法的第三条的这种规定哈，就是说我们的这种架构的话是有关那个预防、减灾、准备应变，还有复原重建，都是由各个目的所有主管机关来做相关的这种处理。那有关他提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在那个预防阶段要做的哈。那基本上我们的建议就是说，我们目前的平时的话，有关减灾预防的这种工作都是分由各单位来做，就是说没办法由一个单位哈，就是全盘的就是把它包起来做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们是认为，就是有关灾害防救工作哈，是非常的庞杂，分涉各部位的这种前者与专业，那没办法由单一的这种机关来取代，所以人应由各单位来分别的来做处理这样子。好，这是第一个。再第二个，都要有关我们那个消防署的这种名称啊，就说在我们立法院的101年11月7号的第八届第二会期的司法法制跟内政委员会里面有修正，它的名称为内政部消防署，所以我们就是配合这个来做一个名称的这种修正。以上两点报告。是主席啊，这个何委员刚刚说他要去质询一下了哈，那这一条是他提的嘛？好，他提的他的考虑哈，是不是我们等他回来一下，好不好？问一下他大概执行要多久？要不然我们就休息五分钟。他刚刚跟我说又交代过了哈、哦，他的意思是这样了哈、哦，他意思是原来规定是内政部灾害防救署哈、哦，那执行灾害防救业务，他认为说资讯统筹哈、哦，那这些东西要放进去，但是消防署刚才讲嘛，就是一处的是公立消防署做不搞嘛。好，那这里是不是调整一下，就是这个东西非常重要，所以由消防署会同相关主管单位给这规矩的该管了嘛？因为它这里的重点在于你的灾防的话，你的相关的资源在哪里，资讯在哪里，齁，统筹要很呢。忘记了齁，这继续齁。灾荒法主要是规定这一个框架，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协调各部会来做，那也作为一个督导的，等于是有一个提醒的作用，就是把一些框架做出来。那你现在灾，它主要是防救的业务，
那各譬如说我们现在讲刚才通过的疫灾来讲，如果是生物的疫灾，那农委会你要去想到底有可能有哪些的疫灾，它本身就是列为它的计划的工作的重点啦。那我这里都是在发生灾害以后要怎么去救，怎么去那个，所以我想啊，大概以消防署的人力不可能这些啦，啊下来齁，你说叫他会同他也没办法那个做啦，所以他也是变成主办啦， 啊你要怎么做，他是这么退休啦，没关系啦，但是齁其他人 会死啦。谢谢主席啊，拍谁了哈？你如果要休息，前面第三条那个第二款哈，第二款你那个很多管线呐、啊，下面啊，我们这个字用字爬梳一下啦，就是说你公用气体油料管线呐、啊、输电线路灾害哈、啊，要么至少把工业管线调到前面，把矿灾看到移到旱灾的后面或者是最后啦。啊，这个条文啊，你好，啊那个无一个体系啦，哦、啊，这叮当起来好不好？这个，矿灾和旱灾后边啦哈，哎呀、啊，但是你前面是公用气体与油料管线输电线。啊，个工业管线其实这种概念弄重叠。这个这样的矿灾，这个矿灾一定要拿到前面呐、啊。三个嘛、哦，对。那工业管线在公用气体的后面嘛。工业管线字比较少嘛，就接在公用气体与油料管线的前面呐、啊。好了，好，把它调进去哈，修正哈，好。那个，我们现在第七条，我们等，还是尊重一下何委员了哈，我们先跳过去，好不好？那接下来，哎、欸，这不要紧了，单这位处理啊，嘿呀、啊，来，再来是叶怡津委员的23条，哎、欸，22条，哎、欸，23条吧，22条，他22条对。那各位委员对叶金委员的提案有意见吗？对了，他主要是在第一项的关于什么？显示灾害显示地区的公开。对，加了几个字啦、啊？最后的部分，第一项第七款灾害显示的公开资料，加了北高亚。第九页，就不能得高压、哎、加了几个字了，关于中华民国几年几月几日修正后六个月定资啊，日出条款的、啊、一般都是说他们没有定，所以他才对，他弄了一个，他用了一个日出条款的、啊、那个内政部长有没有做，哦，就是那个叶委员提到哈，就是说有关各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哈，要定有灾害显示的公开办法。那目前的话，其实各单位都已经有做公开的这种那种办法的这种规定哈，所以就是说经过我们探讨的结果是没有增订的这种必要，所以我们想是要维持现行条文。我补充一句话啦，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在讲说山崩啦、啊、齁，或者是土壤异化啦，那中央地调所现在网站上其实都已经有公开啦。好，那现在我们只是说现在要把汇整在我们那个，因为大家针对土壤异化的部分跟我们营建署的这个相关的配套措施把它 hyperlink 在一起而已啦。啊，其实都有各单位，以这个来讲，像我举这个例来讲，你进去地调所的这个资料里面，它都有这个资料。
职员条文哈，来继续。黄者伟哲委员的第34条，他是把那个乡镇市公所不是都已经那个了吗？啊、哦，他把那个乡镇市公所可以请国军支援把它加进去，在第11页，各位有没有意见？好，内政部消防署说明一下哈，其实有关那个黄委员要增订乡镇市公所申请国军支援的部分哦，就在我们的国军协助灾害防救办法的第6条、第12条，已明定那个乡镇市公所也可以向他们的后主部来做各种病例的这种申请。以上报告，所以没有再订的必要。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维持原条文，然后继续来第核心存委员的37条之3。内容大概就是不堪居住的房屋要免征地价税跟房屋税，那个应该请财政部来说明吧。财政部有代表吗？来，请财政部说明。财政部上来。财政部有没有意见？主席，还是要不要等一下何委员？好，这个要等何委员，那我们休息。要一并说明。我们休息五分钟，那个，请姚委员跟何委员联络一下，好不好？因为已经好几条了，两条了，好不好？好。好，休息五分钟啊，麻烦姚委员给请坐，好，谢谢。
我们继续，那个何委员请坐。何委员，我们刚刚讨论有两个跟你的提案有关的哈，那你看一下，因为刚才大家对这个案子有意见哈，所以我们请何委员要不要说明一下？第七条。好，第七条啊、哦，就是你增加了一个。来，你给招委主席一下。我刚刚那个内政部有来跟我协调哈，就照他的修正，我可以接受啦。好，就是你刚才那个内政部现在拿了一个给我，就是说增列第六项，中央灾害业务主管机关执行灾害资源统筹、资讯会诊与防救业务，并应会同相关机关执行。全民防灾害预防教育是这样吗？对。好，那我们修正通过，也请那个议事处把这个修正的条文印给我们的委员哈。那这修正了哈。好，那再来就是第几条？哦，消防署的名称在哪里？修正动议第几页？第五项在那个第几页？这那不第几页？第五页修正动议，修正动议的第五页。修正动议的第五页哈，就是把那个灾害防救防第五页记回哪？记得何委员，该这记得内政部消防署执行灾害防救业务，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修正通过哈，来继续。在第十二页哈，就是十一页到十二页的37条之3，灾害毁损房屋不堪重建者，我们请财政部做说明来。各位委员大家好啊，那又有关这个地价税跟房屋税的部分，那在我们的修正动议的44条之3的部分的第二项跟第三项有做处理，那是不是并到这边一起来处理？这一页啦，那个黄昭顺委员的修正动议版啦。那这个何委员，我们现在各位委员好，我们现在把第23条，就37条之3跟44条这边，我们一起讨论，好不好？槟榔讨论我接受了哈、但是我们进入讨论以后，我先争取主席啊、跟各位委员同意哦。支持啦齁，因为我看到齁那个招委他的修正动议里面齁，虽然在44条之3呢有讲到所谓的符合一定条件者得减免地价税及房屋税啦齁，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应该要讲清楚，要先讲清楚，因为我原来的提案是非常完整的叙述什么可以减免，那定到第44条之3的时候，那个字句变得是有一点模糊，对，我觉得要请国税局这边先讲清楚。那我们请财政部哈，再做这个部分再做说明。OK， 好，因为在现行的那个房屋税、地价税的部分，我们在现行事实上有会针对这个房屋的受损程度或者这个土地的使用情形，在现行里面事实上是有一些可以半数免或全免等等的问题哦。那因为这个地价税、房屋税的部分，其实是涉及到我们地方政府的财源哦。那我们考虑到说，其实各地的灾情其实不太一样，那这个部分其实应该是由这个县市政府呢来看整个灾区的一个实际情形，然后针对这个减免的期限啊、条件啊、范围等等，由他们来依照这个自治条例来订报到财政部来备查，这样的方式可能会比较妥适，而且也比较会有效率。那个委员，好，你还有意见吗？我还有意见哦，谢谢赵伟哦。我想哦，
那个刚刚财政部的解释哦，我当然也可以尊重是因为土地税跟房屋税是地方政府的税源啦、啊、哦。那我当然也可以尊重就是给地方政府哦去做这个所谓一定条件的一个定义啦、啊、哦跟规范。但是呢我为什么一再的提我37条之三哦。我在里面哦特别有提到过去我们在921地震的时候我们发现911地震呢经政府划定为地震带100公尺以内是禁建，还有我记得不知道200还是300公尺也是限建。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当初并没有配套的一个减免措施，也就是说当初921地震的受灾户全岛半岛也好，他在那个100公尺的一个禁建区里面，他被禁建了一直到民国101年台中市政府才有条件的放宽。所以从921发生民国89年到101年这十几年来，在100公尺里面的禁建区的所有的原住户还是继续在缴，还是继续在缴。所以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希望能够更精准的，像这个是政府的行政命令而禁建的，那我们的当初的减免措施只有五年，可是呢它一直到101年十几年以后才解禁。那这中间的一个时间上的误差也让我们的灾民难以承受啊。我明明就没有办法在那里重新盖房子，我明明也没有住在那里，我的土地甚至可能已经不见了，可是我还继续在缴土地税跟房屋税。啊，这个时间上的落差是我们当初地方政府并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我也希望说透过今天的这一次修法，我们把事情一切的厘清楚。在财政部，你们看这个文字上怎么样？文字上可以做调整，或者在说明文字上怎么样，或者在我们在修那个接受那个财政部，我们在文字上哎那个说明栏看怎么样来加文字。好不好？那我们是不是先研究一下？然后好，我们先研究一下哈。好，那个何委员，我们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在说明栏里面弄，好不好？我们基础上来讲，这个文字我们大概照这个文字应该是可以的。然后我们中央也不宜把这个什么房地税、那个什么地价税、地方税，把它在我们这边立法把它减免掉，我觉得这样也不宜哈。所以我们在说明栏来处理，好不好？好，那我们先讨论黄伟哲的第37条之三。是那个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的部分。请内政那个公共工程委员会对。啊，包主席跟各位委员，那工程会就黄委员所提37条之三做一个说明了。那这37条之三，首先第一项提到的就是说，这个紧急采购的时候，可以依采购法105条第一项第一款跟第二款来办理紧急采购。哦，那这个因为这个是采购法105条已经有明定可以这样做的一个事情，所以这个算是重复了齁。那它的第二项跟第三项呢，这个条文的文字呢也是引自采购法的一个执法齁，这个特别采购招标决标处理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的规定把它引过来，那这也是现行条文已经有的一个规定。那它的第四项呢，也就是说最后一项提到第一项规定所称灾害发生，以各级政府开设灾害应变中心之时为准。那如果有加这个条件，反而去限说原本采购法105条机关可以去紧急采购的一个多一个限制条件，所以定这个条文恐怕反而会有限缩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是那个建议大会是不是可以考量这条就不予增订。好，以上说明。好，那我们各位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不予增订哈。来，再来是何先生委员的知识之五之六，就跟刚才那些是一样哈。我们请财政部在那个说明栏那边看怎么样写一个，你关心一下哈。好，包括那个知识之五之六哈。那第39条，黄伟哲委员的提案，他又加了一个罚则啦。那请内政部说明。这四条就没有了，对啊，
所以哈、我没采纳，所以这条就没有，所以不修正哈、然后再来是黄伟哲的第四加诈欺，什么？就是窃盗、诈欺、恐吓、取财、加重刑期，加了一个诈欺，应该还来行政院同意吗？那个法务部，好、这个没有问题哈、我们修正通过哈、然后再来是王定宇委员的时代力量的第44条。来，第44条，时代力量是利息补贴来源由行政院第二亿备清。诶，那个行政院的这个应该请主计处来说明一下。那个刘双伟。还有我的 ,44 条还有我的。对，陈廷辉委员的。还有这个王定宇委员的，然后还有亲民党的，还有曾委员的，来一起说明好不好？是主席，跟主席还有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就是说原本我们第44条里面定的这个经费来源，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灾害防救法里面的业务啊，包括的非常广泛，有中央应办，有地方应办，所以大致上我们在这个经费处理的时候会写的比较模糊一点，就是说如果是中央的业务的话是由中央来指引，地方业务由地方来指引。那么因为那个不管是中央或地方，那个财源有分为公务，也有分为基金，然后甚至还有民间捐款，所以我们尽量那个字眼会用的比较模糊。不过主要啊，财源的分担可能还要回归到43条，还有第43条之一的规范，尤其是第43条之一哦，就是我们也体谅说，大部分的县市政府财政状况不是很好，所以最终的财务责任，我想还是在中央，就是地方政府救灾经费如果有不够的话，都是由中央来全额补助。以上补充说明。所以你们不主张，你们不同意，你们同意不同意？我们现在是你们同意吗？还是能够维持现在维持原来的，就是说比较笼统的由各级政府编列，这样比较有弹性。但是如果有不敷，就是回到43条之一，由中央来补助。所以我们那个主计处不主张不修正，弹性比较大，对不对？没有啊，我的44，因为我的部分。我是希望说，因为我们现在只有重建基金，可是其实修缮的部分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那时候我建议说，要把在44条所需就第44条，中央灾害防救委员会应尽速协调金融机构就灾区民众所需重建或修缮资金予以低利贷款。好，这个部分你没有回答说，对啊，我的 OK 吧？有关陈委员的部分呢、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好像我印象中内政部好像目前为止修缮其实是有包含在里面，包含在重建里面。内政部里面有包含吗？没有，那把它定得更清楚嘛，因为重建它的一个定义其实是模糊的，其实它很模糊，所以我认为说你把它写得更清楚。修缮、重建或修缮，因为你既然说你都有包含在里面，那把它重建或修缮，那有什么不对？目前就有了，目前就是。那我认为要把它写得更清楚嘛。对啊，直接写得更清楚，这有什么问题吗？是可以的，没问题吧？对，空修缮啊，只有重建的才可以。对啊，可以的。如果说要再写重建，本来就有了。这个经管局有来吗？OK， 没问题吗？哈，经管，那个等一下哈。你们一条一条一项一项来，因为你刚讲的只有讲到那个第二亿备金，还有包括现在陈立翁委员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嘛，哈，就把它加进去哈，然后再来就是叶宜津委员的，还有曾明忠委员这个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优惠办法那个金管会有没有来，银行局跟保险局。那中文要不要说明一下？好，谢谢主席。因为现行的条文呢，只有新的重建资金，就是重建的贷款才有优惠了。那我把它加进去，就是已经灾前已经办理的贷款，要给他低利贷款，而且处理啊，不是只有低利贷款，还有其他优惠啊。那所以我基本上我金管会刚才他有提到了，他说这个行政院的版本在44条之一啊。已经有了，那个银行局说明一下。
那个请青管会说，对我们44条之一里面写的，我们已经写了哈，对我们的修正提案，是报告主席跟各委员，在曾委员的这个提案里面，除了新的重建的贷款之外，也再加上这个旧贷款。那这个旧贷款的部分，我们行政院的版本或者是黄昭顺委员的临时提案里面，都已经把它放在44条之一是属于承受的部分，44条之二是属于这个旧贷款的利息展延的部分，都已经有包括进来了。以上。其所提的44条之一就可以涵盖在里面嘛，哈，对不对？全部都涵盖的嘛，哈。好，好，那我们就照本席所提的44条之一来修正哈。主席，对不起啊，我一个程序的问题了哈。我们44条是不是只修陈廷威委员加那个修缮两个字？然后44条之一就是依照黄昭顺委员你所提的修正动议嘛？对。好 ，OK。好，那还有其他的意见吗？如果没有。其他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哈，然后再来是来还有吗？再来是47条第几页来？不是，还有44条之一哦。条之一已经公交通。那另外4条之一，我有增加一个哦。宜文岛那个是行政的条文是没有哦。哦，还有一个灾区的农地，因为我们现在说救灾啊，都不包括这个农地宜文哦，那到时候农民会跳起来哦。在哪里？对不对？哦，对，23页，对，来23页，请农委会说明一下，好不好？跟叶宜津委员的，一样的哈。报告委员啊，就是曾委员跟叶委员哦、啊，都有提有关灾区余温等设施办理贷款担保品的提案嘛。那农委会是建议说，既然这个条文是参照莫拉克的条文，那我们就直接引用莫拉克条文18条的规定，好，直接列这个文字。列在哪里？列在，因为这是新增条文，所以要看条次。我们能不能？要不要把它列在44条？我们刚刚修正的44条之一的第二项里面，把它补上去，好不好？把补在第二项还是补在第几项？就看那个条次安排要在哪。没关系，这样子好不好？这个条次的部分，等一下我们请议事处来整理，好不好？好，这个原则上我们也是修正通过，然后条次我们请各位委员这样好不好？我们就请议事处来把整个的条次做整个把它。对，对，我们修正通过哈，好不好？我们修正通过哈，好。等一下，刚刚有个问题哦，刚刚那个44条跟行政院的44条之一也重复哦，你刚刚看那个内容是一样哦，会要。这个部分就议事处要整理。对，是重复的内容哦。44条跟行政院的44条之一啊，相同的内容哦，所以那个内容不可以这样修。论条次啦，条次不是刚刚有讲那个44条那个谁那个刚刚陈委员那个、哦，部分是不是？对，修缮的部分我们在我们44条之一里面，我们来把那个陈委员那个。我们把那个修缮的部分加在本席的44条之一里面，加那个文字上去，好不好？那个陈委员哈，阿弟也得给他提掉，阿弟好不好？好，他没有意见吧？对啊，对啊，44是，对啊，不一样的，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呢。但是是限制用，现在已经新旧都包括在里面了。没有啦，有没有啦，德式上前面房。你自己看，他44条之一是灾区居民购物贷款之自用负担。对对对，是这再跟各委员报告一下，44条呢是在讲新贷款、重建贷款。那陈廷威委员是建议重建贷款也把修缮贷款加进来，所以这个是在44条的修正。那刚刚曾委员提到的这个是旧贷款的处理。旧贷款处理，我们增列44之1跟44之2。好，谢谢。所以没有问题了哈。好，好，来，那现在就
那个44条之，就是曾委员跟叶委员讲的44条之一，就是遗婚跟农地，这个我们原则上增列条文，我们请议事处来处理，好不好？哈，然后再来，我们就44之二，啊，来，是亲民党党团的住宅车辆，还有王定宇委员的，哦，来，那个请，还有叶怡金委员的，还有林进宪委员的，然后那叫个我，还有本席的一部分哈，44条之2，来请那个监管局这边金融机构，来监管局请说明。是报告各位委员，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看一下那个黄兆顺委员的版本？这个是44条之2。44条之2呢，就是把金融机构对于灾区受灾民众于受灾前已经办理的各项借款及信用卡，其本金及应缴款项的偿还期限得以展延，展延期间之利息免予计收，并由各级政府予以补贴，其补贴的范围、展延期间、作业程序、其他应遵行事项的办法，由金管会会商相关机关定之。那前项本金展延期限啊，其放管期限超过30年，不受银行法第38条的限制。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把受灾区的民众以前的各项贷款呢，旧贷款包括信用卡，所以各项贷款呢就不限于自用住宅的贷款，所以它的范围呢，会比亲民党团这边所提的限于自用住宅跟车辆的这种担保借款会比较宽，好，会比较宽。所以我们是不是建议，因为是44条之2黄兆顺委员版本，这个是比照莫拉克的，是比照莫拉克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建议用44条之2来处理？就是黄兆顺委员版本就比较完整了哈。是，好，那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哈，按照本席的版本通过。来，我们接下来，44条之3，有本席的条文，有叶怡金委员的条文，然后还有林进宪委员的条文。来，主席，对不起啊、那个44条之2，因为这里整理哈、是整理所谓一条文条次来整理哈。那但是事实上在内容上完全不一样齁，叶金委员所提的44条之2是指全民健保的部分哦，那这个我们刚才并没有讨论到。叶金委员有一部分就是全民健保的部分，我们请卫福部来说明好不好？报委员，这个在44条之2前面就是有关保险费这一部分先除外齁，那其应自付的这个医疗费用部分负担及住院一般膳食费用这一部分由政府指引，这个概念，那经费可不可以是不限由中央地方预算这个范围，那么也得以民间捐款为裁员啊，这是第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比较能够保持弹性。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有关保险费的部分，因为涉及到有包括叶委员有提到有44的之2之3还有之4，那有不同的保险，那不同的保险如果分别订呢，这个也会有一些分歧，那当然以各保呢原则上应该要以这个一致性的原则做考虑啦啊，那因为保险费过去都是以量能负担啊这个作为所谓的保险费的计较基础啊，所以是不是这样子一体适用，全部由政府指引，这个委员考虑。能不能请你把修正的文字拿出来？好，那就是你们把修正的文字拿出来，包括说他的保险怎么能够有比较宽松的方式来处理，然后我们等一下我们可能要增列一项嘛。好，我们等一下你先拿文字出来，我们增列第二目和第二项来处理，好不 好？谢谢。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等他把文字拿出来哈，好不好？陈委员，这个他那个在讲健保这个部分呢、我有点意见了哈。因为地方哦，地方政府哦，你讲像那发生这，你讲保险费，
医疗费用，啊，加一般膳食费用由地方政府来支应啊，恐怕地方政府的裁员，这个是会有一点状况啊，所以应该要明定说是由中央政府啦。那假如说要再加民间捐款，那我没有意见了，但是不应该由地方政府来处理这个保险费用、医疗费用这个部分了。我们请健保局，我知道，我们请健保局把它写的更清楚哈，或者更有弹性，来解决这个问题哈。啊，等那个健保局卫福部那边写出来之后，我们看过，我们再来决定我们的文字怎么做，啊，你好不好？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44条之。不要跟那个给一个看再顺一个条文啊，这个已经通过了，哎，我们再多一个项看怎么样？那我们再来是44条之3，来，那个等一下，那个我刚刚发现那个临近县委员所提的。44条之2的低收入户的部分，那刚才那个没有讲到这个部分，我们请卫福部的那个社会救助跟社工师王燕琴来，在哪里？好好，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啊。那有关这个条件呢，我们查过哈，这个莫拉克重建特别条例并没有这样的条文。那另外因为这一个条文是针对创业贷款的补贴，利息补贴，那这个不是我们卫福部的权责，这是属于劳动部或者是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权责，所以应该请这两个单位来表示意见比较妥适。那基于照顾弱势，我们是乐观其成，谢谢。好，那个经济部跟劳动部有来吗？好，就是林俊委员这里创业贷款的哦，好，这是劳动力发展署的业务。你说明，就是那个第几页？27页。对，27页。对，莫主席，因为这个管理创业贷款这一部分是我们本部劳动力发展署的业务，所以是不是因为我是劳动部保险司，我是来答复44条之4的关于劳工保险这一块，所以他们没有派人来，我不敢擅作主张。我昨天也叫来，赖进博出的，所以我都在叫赖进博答吧。赖进博甲送去的劳动部跟送去经济部的中小企业处了，外务部有来不？我有关系啦，社会救助外务部的对啦。不要紧啦，你要从贵里带啦，你得管你。这个条文哈，我看等那个请那个你们党团去把林进县委员找来吧，好看他有没有坚持啊？因为这个写的有一点点，起码内政部公也没急嘛，啊，卫福部公黄景，好，我们请林进县委员来好不好？我们先讨论，叶宜津委员的44条之3，还有林进县委员的44条之3。还有本席的，那不一样，对，不一样。叶宜津44之3、44之4啊，是农保、全国民年金还有劳保。对，他的44之4是劳保，44之3农保跟国民年金要不要一起来处理？一起处理的。他的43跟44，就是叶宜津委员的44条之3跟44条之4，我们一起来处理好不好？国民年金和劳保。对。那个主席，我一个建议齁，就是说现在这三个条例就是说请我们相关单位去研拟嘛齁，一个比较适合。那有一个部分，因为它这里有写到一定期间内啊齁，这个部分可能也要请相关单位，到底这个部分要怎么去定义所谓的一定期间内齁，可能因为要现在要开始去拟定这个细节的话，
可能这个部分要怎么认定，可能也要处理一下哈。报告主席，报告主席，关于44条之四那个叶委员提到这个，劳保这个部分呢，因为劳动部以往有这个莫拉克风灾的潜力可循，所以我们没有问题，我们是可以处理，所以我们尽表同意。你们没有？其实我们有定办法。好。但是当时对那一定期间条件呢、啊？那一定期间是多久？这个有讲吗？办法，将来会定办法。另定办法，只提他本来就有办法啦。我们将来会定办法，他本来就有办法。因为莫拉克风灾，我们就有定办法，所以这个将来也要依照这个，就是对，就怀疑就是这边的怀疑定办法，因为他有讲说劳工保险被保险，所以比照莫拉克台风来处理就对的啦。资格、清领条件、职务期间的话，劳工定制嘛，就最后一项。哎啊，农委会呢？我们也可以定办法，是不是这样？还有一个农保啊。还有一个农保跟国民年金是内政部吗？好，请说明。也是照莫拉克台风是不是？好，嗯，我没有意见哈。一定期间也是另定办法之吗？好，都是嘛，一定期间。所以这几个都没有问题哈，我们就通过哈。然后那个条序文字，请他们再整理一下哈。然后还有一个是林进县委员所提的。啊，外部他们说没问题啊，他们不是在这里讲没问题吗？外部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吧？好，就卫福部、内政部、农委会、劳动部嘛，都按照那个莫拉克台风的精神，你们把文字把它文字跟条序把它弄清楚，把它写出来，我们待会请那个议事处把它整理出来，好不好？请你们跟我们的议事处。把文字那些都中午你们留下来，把这些文字整个总整理好，不要漏掉哈。然后再来是临近县的44条之3是公益大厦因毁损重建怎样等等等等的，对，有部分不同的，有部分的内政部跟财政部来，请主管机关说明。来，内政部跟财政部，营建署。这个跟各位委员报告哈，因为公益大厦管理条例哈已经有这个规定，就是说啊，有部分这个人哈，他不愿意的话，其实依公益大厦可以已经有强制的可以执行，所以原则上不必在这边哈，在啊这个在等于是重复规定了啊，基本上啊我们是有这样把握，因为。本来公益大厦管理条例就有了，这规定得很清楚哈。规定很清楚。那各位委员，我们不以争定，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叶余金的44之5哈。啊，我这个还没用呢。这是44之3，跟他的44之5都是领那个救助金可以免所得税。好，那本席的44条之3。跟叶余金委员的44条之5是同样精神的啦哈，各位委员请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意见？44之3就是本席的44之3，叶余金委员的第三十一页的44条之5，救助金啦、慰问金啦、临时工作津贴啦。免科综合所得税啦，然后减免房屋税、地价税，符合一定标准的啦，就跟刚才讨论的一样啦哈。好，那啊，你刚刚有念到说明，有加还没好。好，请说明。委员大家好，刚才就是有关那个地价税、房屋税的部分，那我们刚才跟那个委员有就说明的部分有达到共识，那我们是不是在立法说明3的部分来加文字哦，就是为协助灾后重建工作于第二项地名灾区内之土地及建筑物，我们在后面加上如有受限制致无法正常使用者，那地方政府得适当减免房屋税及地价税，
就是在说明里头加这个。那何委员的部分原先的提案就是同意44-3的修正动议来处理，用我的版本，然后把几个修正再说明版的，对，就是把它写出来，好不好？有，我这里有。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哈，好不好？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宝贝要政府支应，对，那这个政府是谁啊？我们把它弄清楚一下好不好？就稍微把这各类保险的来，请那个说明政府的一个定义，把它你们看这个政府的这几个字，你拿麦克风，好，谢谢。拿麦克风说明哈。有关那个农保的部分，之前是那个莫拉克台风的时候，哈，是用政府的那个第二预备金，嘿，第二预备金，对，来支应的。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写第二预备金？不要吧？不用，嘿，不要写第二。那个陈委员，我们不要写第二预备金，可能会比较有弹性可以处理。我怕要叫地方买单啦。哦，你就我们就把中央政府四个字写上去啊，好不好？好，我们把。农保没，劳保没有问题，劳保本来就是自劳资那个总政府，所以没有地方，没有地方问题了，因为10%，对，不是上行，对啊，就是政府补助，都政府补助，啊，就是中央政府以前是用那个第二预备金，全部用这个补助，现在中央政府的话，对，都可以。啊，农保嘞，好，那个林委员要补充44条之2。来，请用麦克风哈。2、3、4。好，谢谢主席，各位同仁。那44条之2，本席提出就是对于我们灾区低收入户啦，就低收入户他目前没有申请其他的融资补助，就是政府已经目前他还没有申请过优惠的融资补助。那我们对于低收入户的灾民，应该给予鼓励齁，让他呢有机会申请创业融资贷款。那这条其实是完全比照921啦。921的特别条例里面也有这一条。只是当时921制定是100万。不过我想已经二十几年前的啦。齁，我想就是应该我们应该如果以现在的物价的话，应该稍微调高。齁。这个是比照921的特别条例里面的。哎，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那部长。那个卫福部哈，来卫福部，哎，卫福部的代表在哪里？好，主席还有跟各位委员报告。那的确这个在921重建特别条例里面的确有这样的条款，不过当时并没有灾防法。那现在灾防法它是按照不同的灾害类别有不同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而且现在的立法方式也都是依照它的权责。那因为创业贷款的确是属于劳动部跟经济部的权责，不是我们社会救助的权责。那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有关这个条文是不是征询我们主管机关劳动部或者是经济部中小企业处他们的意见。没有，那921当时候是那个执掌是谁？921那时候的条文当时是因为有社会师，那社会师因为那时候当时的立法方式并不是照，就是说，所有的全部都是由市政单位。那可是像后来的租金补贴也是由营建署来负责。那所以其实有关创业贷款的部分是属于劳动部门的。那个劳动部，大家有一点点，嘿，劳动部有问题吗？这个贷款，创业贷款？报主席，因为这个创业贷款这个业务是，发展署就说，主席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刚才在跟业务单位劝，针对这个利息可以补贴部分，因为我们劳动部是负责其中一项是那个微型创业的那个贷款啊。关于这段期间的利息是不是可以补贴，
我们这跟业务单位确认，等一下再跟委员报告。150万没有问题吗？是不是可以容许我们等个十分钟？好，你等一下。那换句话讲，就是说我们没有在法律条文里面写进去的话，我们本来就有，是不是？委员，不好意思，我再确认一下。好，你确认一下哈。我们只负责其中一个微型创业贷款，并不是说刚才还有讲到还有经济部，还有经济部哈。好，那你们去确认一下哈。可能没有特别针对灾民的，因为020都不利特别条例，所以我们。那你们那个创业贷款是不针对灾民的，就对的。主席，各位委员，我是经济部的代表哦。那个经济部所谓的创业贷款是针对青年创业贷款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刚刚这个林委员有提到，就是说这是比照921的特别条例。那这个既然是针对这个低收入户这边的一个照顾哦，那所以当初的话是由内政部现在转到卫福部这边来补助利息。补贴利息，所以如果是要落实对于低收入户这边的一个照顾的部分的话，原则还是应该要援引当时候921的精神，应该是还是要由卫福部这边来补贴利息，因为经济部主要部分主要是针对这个青年创业它的贷款的部分，可是对于这个低收入它灾区居民的灾民的照顾这个部分，还是要看主管单位卫福部这边立场，应该是要由卫福部这边来补贴利息，那经济部这边愿意来配合支持。好，谢谢。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把临近县委员的44条之2的后面，就150万后面前项，还有那个前面有一个第三行得由卫福部，那个内政部把它改卫福部。然后最后面由卫福部会商财政部定之，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啊？好，你拿麦克风好吗？请你拿麦克风。与那个有关那个最后一项提到说前项利息补贴额度及申办作业程序由内政部会商财政部定制，卫福部会商财政部定制，这个哈，我们是建议哈，因为在实际上这个部分主要是内政部他就可以定了，那至于形式上他的行政作业可以邀请相关的部会来参与，所以我们是建议把财政部删除。你说要从哪一个部分做？最后一项由卫福部。现在社会师是在卫福部啊，社会师不是在？我是财政部的财政部国库署的代表，所以我们是建议说把因为他以前莫拉克的时候也是内政部会同财政部定制啊。我刚看的条文啊。对，那因为那个时候社会师是在内政部，所以是用内政部会同财政部嘛。那你现在这个社会师是在卫福部，所以我们由卫福部会同财政部来定啊，这没错啊。你财政部当然要。所以我就是说，他会上，就是说我如果他召开啊，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我们拿那个莫拉克的文字来做，符合现在的那个各部会的运作嘛，这个没有错啊，是这样子啊，好，好不好？阿董，你爱吹，那没吹，我们吹上啊。对啊，所以我们好，我本席再重念一次，好不好？我再重念一次，好不好？哈，就是把那个临近县委员的，基本上大概28页，得由卫福部，好，那个内政部改成卫福部，然后最后再由卫福部会商财政部定之，大家有没有意见？是卫福部没有错，我觉得各单位不要推责任。也可以会同也可以会同财政部定之，好不好？那我们没有其他的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没有那个主席，他们现在刚刚有讲说，现在银行的部分似乎都是已经交给金管会在管了，所以如果用财政部会不会最后全责的问题？我只是厘清一点啦齁，所以是不是了解一下？因为你要会同。对啊，是不是应该是金管会？没的，感谢安利，好不好？由内政部，卫福部会同相关机关定资，安利的，因财政部从金管会，因两个家己去处理就好啊，安利好不好？好，好不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本来就财政部的，伊都踮遮安尼提东提西啊。
应该是财政部没有错，因为以前就是哎呀，对啦，没有错啦，财政部是没有错的啦，好不好？我们就修正通过啦，我们还是由卫福部会同财政部定资，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修正通过哈。好，然后再来就是我现在第几条来？刚刚那个知识之五呢？第一金的部分没关系，等下印给大家哈，好不好？都印给他。干涸。好，那个44条之二，叶已经我已经看过哈，我们请那个议事组念一下好不好？我另来念嘛，来，阿印好打给了，印一印嘛，好不好？印给大家了。增加这一句话而已，并得以什么什么。叶已经委员等提案第44条之二修正为，这是什么事啊？全民健康保险，保险对象因天然受害受灾者，灾后一定期间内，其应自付之保险费，费用部分负担及住院一般膳食费用由政府支应，并得以民间捐款为来源，其资格条件期间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卫生福利部定之。宣读完毕。好，没关系，那这个就请那个议事处印给大家哈，这个应该没有问题的。来，还有第几条？这个都通过了啦，对。是这个已经在里面了，救助金已经那个44之5已经，对，照44之3的修正动议通过哈，然后再来是44之7。这个应该前面就已经处理，对，就跟刚才纾困一样吗？这不是创业，这是纾困。纾困，来那个说明一下好吗？那个叶怡经委员的第44之7，那个纾困的部分，那个请金管，应该是金管了，经济部，经济部啦，还有金管会啦，说明一下好吗？哎，金管会招的哎，叶怡经委员第33页那个部分，报告委员，这个44之7是对企业产业营运发生困难的给予纾困，那这个过去在莫拉克这边也是，是经济部主办的，然后来会商，我们所以应该是经济部是主办的单位，这个过去是这样子处理。那个请经济部说明哈。张委，各位委员哦，经济部代表这边报告，在44条之7的部分哦，第一项这个整个条文里面，在以第一项为例，企业因天然灾害影响，因为在灾害的定义已经定义在前面的第二条哦，灾害不只是仅限于天然灾害，所以我是建议把44条之7这个天然这两个字拿掉。那因为那其他的条文的部分，因为在这个莫拉克特别重建条例的部分哦，已经有运作的机制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建议就是说可以继续留着，因为在现行的机制已经有在做了。那不过在第34页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有文字的修正哦，在第33页的部分哦，那个第一段的部分，企业因灾害于其复工营业计划范围内所需营业资金，由金融机构之贷款，由相关信用保证基金提供信用保证。那这个由相关信用保证基金提供信用保证哦，这几个字，因为信用保证是写在下一项，就移到下一项去，就是前项贷款必要时，由相关信用保证基金提供信用保证，逗点，信用保证成数为90%，送保期间保证手续费免向受灾企业计收，大概是做这样的一个文字修正。好，那请问各位委员有意见吗？没有意见，麻烦你写这个文字修正稿到我们议事处来。好，等一下，那个署长有意见吗？哦，好，那个陈委员，对不对？现在在讲47条嘛，四十七，四十四之七嘛，对不对？对，四十四之七。
这个的问题是这样的哈，这个叶金委员哈，他讲的是天然灾害嘛，哈，那天然灾害你对照我们条文的第二条啊。啊，第二条的风灾、水灾、震灾、旱灾，这类可能无争议。啊，但是你像讲其他的灾害，像火灾啦，哦，要不要这个营运困难，企业要这个要纾困呢？哦，啊，但是里面像工业管线这个，政府要纾困没有错啊，啊，所以这个类别恐怕要做一个区分喽。啊，那个内政部的意见呢？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本来会写主意啊，被纾困，当然被纾困。经济部的，你看看，另外就是它里面的第三款，第三列的这个所以这个天然灾害范围太窄，但是不含，假如不限定灾害种类的话，又好像又太宽。哎，交通事故这个也要企业纾困哦，中央也要纾困哦。哎，是报告委员啊，在。这一条修正的第二项还有第五项，都有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来去拟定到行政院核定，还有补贴这个金融机构。那我们建议这个，因为这个目的还是产业和企业的营运纾困，建议这个主管机关还是由经济部来处理。天然这个工业管线啊，辐射灾害啊，这个看起来是要放进去啊。哦，你辐射灾害发生，那是全面性的啊，所以你企业，哎呀，好了，但是这个刚才我们消防署主要的意见是，大概这里面提到的是由灾害中央灾害这个业务主管机关拟定，会不会是还是由那个？经济部，不啦，这里是全责机关，这里我咧进行咧讲范围啊，哎呀，其实啊，你对经济部我同意啊，由各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订定，因为像观光业可能就是观光局嘛，所以也不一定是经济部。无啦，因为防灾机关你是。防灾机关进，你若像讲地动到底是上面来定啦？地动当然嘛，你企业当然嘛，经济部。你这下那做奇怪呢？你知不？这个有点奇怪。那个你说本金跟利息的偿还期限要经过金融机构同意给予展延啊？金融机构哪不同意耶？这文字很奇怪啊！你听我的意思不？啊，那我银行我哪敢同意啊？无你是要哪？因为做要修盘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字数是这个不太通嘞，这个不太通嘞。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想想看怎么弄好不好？哎，因为我觉得这个文字念来念去都不顺呐、啊，怪怪呀、啊、哈！你有刚刚怪怪不？对了，还有，我们先看那个四十四条本席的修正条文哈，四十四条之四，就是对灾区啦。我再看看。第七页，大家有意见无？你是讲那个范围公告？对，范围公告啊，嘿啊。没意见。这也没意见了哈，就增订通过了哈，修正通过了，好这。黄伟哲委员的三十五页，黄伟哲委员的四十五条。那这里的。对那个黄伟哲委员的意见，四十四条在司法院还要表示意见。我们已经通过了。
好，等一下，44-43。好，那个司法院对那个刚才我们通过44-3的后面的那个担保或强制执行，他们有意见，我们请他再说明一下，好不好？来，司法院来。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那就有关修正草案就那个救助金、慰问金跟临时工作津贴不得作为扣押抵消或供担保或强制执行标的的部分哈、哦，标的的部分。那我们的意见是这样，就是第一个要先请主管机关厘清啊、哦，这些救助金、慰问金或临时工作津贴的给付啊、哦，它有没有资格的限制，例如说财力上的限制，那是他为了维持生活所必须来支付。那如果是为了维持生活所给付的这个灾民的生活所给付的这个救助金或慰问金或临时工作津贴，那在我们强制执行法100年修正的时候，122条他已经规定说，债务人依法领取的社会福利津贴、社会救助或补助不得为强制执行。那债务人依法领取的社会保险给付或其对第三人的债权，是维持债务人及其共同生活亲属所必须，也不能为强制执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回归到强制执行法的适用就可以。那假设这些救助金或慰问金或临时工作津贴，它并没有资格的限制，也没有财力的限制，也许不是维持灾民生活所必须。那全面性的限制强制执行，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是不是适宜？那这个部分请委员考量。那另外就是还要请主管机关厘清，有关救助金、慰问金或临时工作津贴，假设有易领或是误领的情况下，那他要请求缓还，那没办法缓还，强制执行的时候，会不会因为这一条的限制，以至于不能强制执行，不能达到缓还的目的？那这部分请委员考量，谢谢。好，谢谢司法院的说明，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写在这里比较清楚，因为一般来讲，这个灾民在领这些都是他们生活所需啊，都是几乎可以这样讲。内政部那个卫福部要不要说明一下？卫福部所发放的大概都没有问题，大概都是卫福部都没有问题吗？对，生活辅助的部分。那还有其他单位发放没有啦？说这部分适用上没有异议，那我们尊重大院的立法权责。好，那我们还是照我们刚才的条文通过修正通过哈。那现在我们是在讲黄伟哲的45条，迁墓的问题啦，对，45条哈。主席还有各位委员跟委员报告哈。那有关这一条，有关把公益劝募第五条公益劝募条例的第五条第二项的但书，也就是政府碰到重大灾害的时候可以发起劝募纳入第一项的条文，本部是同意。不过因为既然在公益劝募条例第五条第二项已经列有但书的规定，就是政府碰到重大灾害或国际救援的时候不在此限，那是不是有重复立法的必要，也请各位委员审酌。那另外在于增订第二项，有关各级政府机关构发起的劝募准用公益劝募条例第13条跟第19条的规定，本部的建议是不予增订。那理由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公益劝募第13条，它是规范劝募团体必须要在金融机构或邮局设立专户，并且在劝募活动7日起报主管机关备查。那因为本部跟直辖市县市政府都是这个劝募条例的主管机关，那所以会有球员兼裁判的疑虑。那第二个就是有关在劝募条例的第六条已经规范各级政府机关构发起劝募的时候，必须要开立收据、定期办理公开征信，以及依照指定用途的使用。那另外在年度终了后2个月内将办理的情形，含包他的上级机关。那所以对于相关的都已经有规范了，所以我们建议是不是不予增订，然后让这个灾害防救法回归到灾害的防灾应变，然后还有复原重建。那有关劝募的部分，我们回到公益劝募管理条例来规范。那以上。好，没关系。好，那我们原则上，各位委员，我
是不是我尊重大家委员的意见，我们这条条文不予增订，好不好？好，不修正啦，就不修正哈。然后再来，我们看第四十七条，四十七条之我潘水出席，我对刚那个四十四条之四阶哈，因为它的灾区的是指风灾跟震灾的哈，但是有应该那个石化气爆的区，其实它不属于这个范围。为什么能不能把它范围稍微放宽一点哈？风灾或震灾或其他重大灾害呢，就是稍微有点放宽了，让这些发生。现在的灾害类型不是只有风灾、你的意思是说再加几个字，是不是？再加，比如说你如果能够把那个气爆那个范围纳进来啦，因为我们不要写气爆了，我们写或其他重大灾害，好不好？好，好，那范围啊，有反正将来由行政院认定嘛，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修正哈。好，你说你现在对哪一个案子有意见？不要紧，这不要紧，这个停了。他们两个条文要合并，他们把它合并好。不要紧啦，阿德停了，最后处理。哎，对，最后下午最后处理。来，要印要印，嘿，来，财政部要求要那个吗？刚才没有意见，我们就不争辩嘛，不好，好不好？然后我们现在针对第四十七条之一死亡宣告的部分，那个法务部要不要说明？司法院，司法院。来，好。那个就四十七条之一的这个第五项了哈，那因应那个时代的进步哈，它的修正条文里面只提到这个公告跟这个新闻公报或新闻纸哈，但是现在在法院实务上也可以登载在网络哦，所以说在这个第五项的部分是不是参照？目前家事事件法的规定然后把条文修正为法院准许第一项之申请者应公示催告并准用家事事件法第130条第三项第四项第156条第二项之规定其晨泡期间应定为自接事之日起三星期以上二个月以下就是内容是一样啦只是配合现在的法制做这样的修正好，那我们请司法院，你们把文字修正条文拿出来哈，好不好？就写得更清楚了哈，包括网络什么都可以哈。好，那请问各位委员对这个修正动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哈。有司法院表达的意见呢？就刚刚司法院讲的哈，你们没关系，这个再印给大家哈，好不好？然后再来就是时代力量的四十七条之二。免裁判会，这个我们请那个说明一下好吗？司法院，好。主席、各位委员，那有关于这个修正草案针对暂免裁判会或免缴裁判会的部分呢，司法院意见是说，有关这个受灾民众他所受损害的部分呢，其实在民法上他有所谓直接损害、间接损害。那直接损害，例如说，灾民他的那个因为受伤所以支出医疗费用，或是他的房屋受损，那这部分可能是他的直接损害。可是，在民法上他有规定说，例如说，因为他的例如说，因为灾民死亡，他对替帮他支出医疗费用或丧葬费用的人，他也可以请求损害赔偿，或是因为灾民死亡，他的父母配偶，他可以请求相当的损害赔偿，这是间接损害。那另外还有可能因为其他没有义务的人替灾民支出的一些医疗费用，那这可能有另外的法律关系，例如说无因管理。那另外还有可能因为保险法的代位的问题，由保险公司来给付。那如果说这个部分是不是都在受这一条所谓的暂免缴裁判会或是免缴那裁判会的规范范围里面，那这部分呢要请委员参酌哈。那另外就是说有关因为公害或是其他共同灾害所受的这个损害，如果灾民集体提起诉讼呢，在现行民事诉讼法四十四条之二，它其实是有规定，而且它的规定。规范提起之后呢，在裁判会六十万年以内呢，它其实是可以，六十万年以上它是可以暂免裁判会，而且法院还可以依职权呢替他选任律师为代理人，而且选任这个律师为代理人的这个费用还作为诉讼费用的一部分哦。那所以呢，是不是在这个部分呢，回归到民事诉讼法的适用就可以了？
况且啊，因为受灾民众这部分，本法的那个灾害的种类很多啊，包括路上交通啊，包括火灾，那这部分这个归案范围可能不是很清楚啦。那是不是回到民事诉讼法44条2来归还，就可以达到保护灾民的目的？那请委员考量，谢谢。那司法院说明得很清楚，那原则上我们就不征订。好，啊，黄伟哲委员啊，对，47条2的部分呢，就是那个假扣押的部分哈。好，那另外就是就有关假扣押的部分呢，现行民事诉讼法它也有规定，它是规定如果假扣押因为释明假扣押之后呢，法院它可以。免公担保来假扣押，那有时候释明不足，法院可以命公担保来假扣押，或是释明已足，那法院是具体状况呢，还是可以裁定呢，公担保假扣押。所以在现行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实它就免公担保的假扣押，假处分的部分，它其实也有明文啦，也有明文。委员可以看，民事诉讼法第526条。的规定，所以这部分其实是在现行法上还是可以操作，还是可以操作。这是那你等于像台南吼，你台南市政府嘛是爱去提供担保啊，啊这嘛无利啊，对不对？实务上我大概法令的规定啦吼。啊，但我感觉你像台南这個，你搁叫台南市政府搁去提供偌济，对地方政府来讲这嘛，这不合理啦。那个台南市政府为什么要他们提供担保？对啊，你这种很正常的，因为建筑性出兵嘛。包委员，因为保全处分哈，保全程序的这个处分，无论是假扣押或假处分，它其实都是在权利义务最终裁判经过法院裁判确定以前的暂时的一个执行啊。那这时候在权利义务还没有终局确定以前，我们去执行它。其实我们要保障的是说，债权人跟债务人两方的利益都要考量。那法院其实他可以考量说，如果他已经释明足了，我认为法院认为释明足，我可以免公担保来假扣押。那假设认为说你有释明，可是我认为说可能不足哦，那我可能按照具体的状况呢来公担保，来让你来假扣押。那这个金额的部分，当然法院还是可以裁量具体状况来减少。其实这些在现行法上都可以操作。都可以操作，但是问题是现在自由行政法院它常常都会有不同跟外界的看法不太一样的一个裁决啊。其实这个个案的部分哈，就是可能要看卷内市政啊。那也许在个案上跟外界的期待的落差很差，可是实际上真正有接触到这个卷证内容的是裁判的法官。主席。就是那个这个事情，其实跟这次台南震灾跟817说是一样啊，一样到那时候政府要地方政府先跳出来先帮忙灾民做这个，但是他也面临到一个很大的要假扣押那个金额的问题。那如果可以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办法让减轻这个的话，其实法官也可以就相关的去做一个好的处理嘛齁，我觉得也许可以评估看看啦，如果订进来的话，是不是对地方政府将来在遇到这种重大的灾难的时候，他在帮忙灾民做求偿的时候，那个假扣押的负担上会比较小一点，也比较没有压力了，可以把该是足够的金额直接把它撑足。那个主席啊，我是建议哦，那个黄伟哲等24人那个提案是应该是可以被考虑的啊、哦，因为这个重大灾害发生的时候，像高雄气爆这个哈、哦，你提出损害赔偿，那是说应可归责于人之事或由自所致损害而提起民事诉讼。哦，那这个部分是啊，裁判委是后面才缴啊，对不对？干不起。免缴那裁判费，免缴那、啊、免缴他的提案是免缴那裁判费。啊，你裁判费是刷掉才缴的嘛？如果是暂免是确定之后才对啊，那缴是可归责于这个肇事者啊，就是讲啊由致损害的，就是讲这个因果关系很清楚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认责任要谁来负？这个还有取证责任，我觉得也合理啊。好、哦、啊，另外一个哈、哦，我是不太同意说，因为你实务上搞进马被扣押地方政府为了在救灾哈、哦，啊个你要筹措这个要进行假扣押之这个金额，
也是数额有时候相当庞大啊。哦，那这个交友法从实务上来看，似乎是过去你刚刚讲的例子，似乎是很少说免担保金的很少啊，很少啊。但是我觉得定下去合理啊。那个八仙乐园承包案的时候，法院其实是有降低担保金的。啊，弄中了这样，各有。啊，降低，但是这个要地方政府对救灾啊，个去筹措那些他们担保金。你还要让法官自己做一个裁量，啊、你干脆就直接定下去，重大灾难不多嘛，啊，你不要让地方政府有那么大的裁员压力，我一次可以啊。啊，你那金门那无钱的，看要哪去担保金。两个问题，一个是裁判会的问题啦，那裁判会通常就是败诉的当事人负担嘛，那如果我们认为他免缴纳裁判会，那其实实际上让可救者的对象他最终他就免负担那个裁判会，反而是鼓励的这个被救者的人啊。那如果说是暂免只是说起诉的时候先暂免，但是呢将来确定救者的对象的责任的时候，他还是要负担该笔的裁判费，会比较合理。裁判费可以理解的，但假扣押，不过你现在几乎都地方政府要去负担嘛，一定要。我们是不是修改用暂免，这样比较好？因为该负责。裁判费暂免是可以，但你那个假扣押的那部分。假扣押的部分哈。因为假扣押的部分提供担保有两种状况，一个是说他已经释明了。那才提假扣押。那既然已经释明，如果说不让他假不用提供担保，或是说供担保金额降低，那是 OK 的啊、哦，就是说在法理上是可以操作。那假设是释明不足，然后面供担保，那其实是为了要担保将来债务人因为假扣押所受损害，他获得求偿，在释明不足的情况下是不宜降低的，不宜降低的。是不是这边哈，我补充一下，这些当然是你讲的啦，告诉我是个人啦，哈、哦，个人你讲要提供担保这些、個，哦，那从个人这个在民法你说这个个人这个是权利义务关系的时候，那合理啦，但你啦大型灾害、重大灾害的时候，这发生的完全各种气爆来讲，那范围也宽，你各种是个是直辖市的，你来讲一般的较无钱的管区。你可不可以给一个提供担保金呢？这不可怜的代志嘛，这是实务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嘛。好，那你面对的这个，譬如说肇事者可能是譬如说中油，哦，或者是这个台电，哦，那核电厂爆炸，哦，你这边担保金，这根本对这地方政府来讲，那个金额遐大，伊才有可能负担不起，不可怜的代志啊。所以，假如说。因可归责什么损害啊？这个，假如是地方政府为什么样，或者是怎么样，那个做一个规定，我觉得合理的。啊，你老公民众，哦，他提供适度担保，也许是这个是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你这样讲好不好？重大灾害，这个可能会侵犯到前面那个暂免，我是觉得是 OK 的啦。那后面这个说完全没有那个假扣押的东西。会不会侵犯到？可能会。我这不是时代力量，现在在讲黄伟哲的。我好，你可以说明，可以说明，可以。不好意思哦，各位委员，我不是内政委员会委员，不过这个条文是时代力量提案的，跟各位委员报告。现在讨论到第二项供担保金额嘛？那个供担保金额，我上次在提案组说明说过，那是参访劳资争议处理法第58条的规定所增设的。那这个条文事实上在民事诉讼法当初人事诉讼的部分移到家事事件法以前齁、哦、那个时候为了要去处理离婚财产分配剩余请求权，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比较不好听的称号啦，就容我讲一下，叫做二奶条款。就是妻跟夫，那因为有的时候东西丈夫去娶妾姨嘛，然后老婆要离婚，他要告先生要分配剩余财产，那这个时候太太她已经在家里很辛苦啊，持家，她根本没有钱去供担保扣押老公的财产，她老公脱产都脱光了，所以那时候很多立法院里面女性的委员为了要保障妇女的权益，在民事诉讼法里面假扣押供担保的时候，
增订了这个所谓的二奶条款，命供担保的金额不可以超过十分之一。相同的逻辑，为了要保障弱势的劳工的时候，在劳资争议处理法第58条有相同的立法设计，条文写的是一模一样。那现在在面对这些重大灾害的时候，为什么我会特别时代力量党团会特别提这个条文，都是因为在第一时间的时候赶快去把加害人的财产扣押下来是最重要的。但是你马上就面临到了供担保的问题。那这个第二项的规定事实上是跟第三项的规定相结合。我先以台南市的例子报告给各位委员知道。台南市的例子，当初台南市政府，我真的很肯定台南市政府勇于认识。因为在目前民事诉讼法的架构下，他不能够当代理人。但是他们还是去做了，他们用灾民的身份去假扣押委托，对，灾民委托市政府，那他们去假扣押了以后，下一个问题是要供担保的人是灾民，他们已经受灾了，他们怎么供担保？所以台南市政府这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就要拿钱出去帮灾民供担保，但是是用灾民的名义供担保。所以第三项的部分我才说进一步的说命供担保可以让主管机关如果在地方灾害的时候就是地方政府供出具保证书带那个担保，这个是要补民事诉讼法在这个部分规范的不足。理由是新北市在八仙城爆的时候，为了要去扣押那个加害厂商的财产，新北市政府曾经以出具保证书的方式想要取代担保，但是被台湾高等法院裁定驳回，理由跟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符合。那高等法院做的裁定没有错，的确是跟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是不符合的。但是如果今天这个条文过了，现在台南市政府勇于认识所做的事情就完全有法源依据。按照目前的状况操作，我不晓得说大家知不知道给台南市政府带来的困扰，过了五年以后钱要拿回来嘛，谁有权利去提存所领钱？有权利去提存所领钱的是被害人，不是台南市政府。钱是谁出的？钱是台南市政府出的。那到时候如果过了五年十年了以后真的去把钱领回来的人，他不愿意归还给台南市政府，造成了很多实务上面的困扰。那为了搞清楚这件事情，我还跟台南市政府直接承办这个案子的科长跟他请教过，他说现在目前按照我们法律的规定的确很僵化。好，那我们回到整个假扣押制度，整个假扣押制度是他如果有市民的话当然可以不用供担保，民事诉讼法的法条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在实务上绝大多数的案子老法官都是说你所提出来的市民，你所提出来的证据是不足以市民的，所以通常他都会让你供担保，而且所供担保的金额都不低。那我们姑且不管说对于那个供担保的金额去代市民在民事诉讼法上面运作，你有一个很实际的状况，就是说你在受害的灾民他第一个时间要去假扣押的时候，你还要去命他供那么当额的担保，根本是强人所难。那你所会造成的法律效果，在过去太多的案子里面只是造成什么，你只是利用法律上面的障碍在协助加害厂商脱产。我讲白话文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说这个法条在我国立法例没有吗？有啊，是劳资争议处理法第58条。劳资争议处理法里面为了要保护弱势劳工所命供担保金额不可以超过十分之一的正当性，难道在受灾的情况之下由受灾的灾民来加以运用会不足吗？这个是我针对第二项跟第三项的部分哦，特别赶来这边跟所有内政委员会的委员提出说明如上。那个请坐哈，我们坐着讲就可以。那个陈委员，因为刚刚我举手，刚好那个黄委员讲哈，基本上哈，我把台南市的状况哈稍微提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为这个案子到底要怎么修会比较好哈。基本上其实当时候检察官也已经启动调查了，所以表示他也已经认为这个案子是已经有人为因素的存在。可是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法的规定要去假扣押必须一定要当事者才能假扣押，可是灾民根本没有办法去负担这一笔假扣押的经费，所以台南市政府才由受灾，就是受灾户，也就是灾民来委由市政府来做
这个假扣押的动作。所以当时第一时间是由几位灾民，然后联署，然后委由市政府来做处理。那当然之后还有很多灾民继续联署委由市政府。可是呢，现在就一个状况，为什么地检署当时已经主动侦查，而且他也认为是有人为因素，可是为什么检察官没有主动来做这样的一个假扣押的动作？那如果说当然由灾民来发动的话，就一定要这个我们的担保金，所以这样子的状况才会导致这个条文我们认为一定要修。所以我们拜托说，是不是可以把台南的状况然后稍微去思考一下，为什么检方你说谁能够去判定说他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等于是个人的损害，或是说他有在这当中的一个失职的部分，甚至像这个围观事件他是人为因素，也就是厂商他是人为，但所以检察官已经认定他就是有人为因素了，可是检察官居然不能直接去扣押他的财产，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啊。那个先报告委员会，因为我们现在已经12点，我们延长时间，我们把它整个处理完，然后周五的时间让这个议事处跟相关单位把我们整个刚才修改的跟条序做总整理，然后下午我们再继续开会，所以我们先延长时间好不好？好好，没有反对意见哈，先延长时间。好，那我们请法务部说，司法院说明。主席委员大家好，是没关系，我站着。刚刚黄委员他的说明是为了要照顾灾民呢，提出这个修正草案呢，我们非常的敬佩哈。那重点是说现在是有关假扣押的部分呢，就是保全处分的部分，我刚刚有报告。那保全处分的供担保两种，一个是已经释明了，一个是补释明不足哈。那如果已经释明了，那免供担保或是降低担保金的，那这部分呢，我想应该是比较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他已经释明了，法官也得到新证，他已经释明。那这个部分在《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第34条的规定，他也是这样的规定。好，那另外《民事诉讼法》第526条第4项，他规定说，付货期基于剩余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申请假扣押者，前项法院所命供担保之金额不得高于请求金额之1/10。他这里的限制的1/10，他有使用前项这个文字。那前项呢，在526条第3项的部分，其实它是指已经供担保已经释明然后供担保的部分。那至于说释明不足补，然后以担保补充之的这个部分呢，因为这个担保金额还是为了要顾虑说债务人因为被保全处分，他可能受到的不利益的一个担保，所以这部分如果一概的降低这个担保金额，那可能跟这个担保是在补释明不足的这个部分呢，性质上会有一些违背了哈。那刚刚委员讲的这个劳资争议处理法58条，那确实它是这样的规定没有错。但是劳资争议处理法58条，它其实是基于照顾劳工，那它的主体很特定，劳工。但是这个我们这个本法，其实它的灾害的规范范围很大，它包括火灾，包括路上的交通事故，它其实而且路上交通事故的范围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是说两部车相撞就是了吗？那这部分我觉得应该是还要考量到这个规范范围的大小。那还要考量到说这个债务人在权利义务还没有最终确认以前，对债务人一些些的保障。那再来就是因为在本条在这个修正草案里面呢，还有增列呢，担保得由主管机关出具保证书代之的，所以呢在这里已经增设主管机关他可以用保证书的情况下，他实际上并不用支出这个担保金额，他只要有一个保证书。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回归，如果他已经释明供担保，那也许可以宣告说法院这时候法官可以
裁量免供担保，但是如果是补释名是不足，为了兼顾债务人的权利义务，那这时候呢，是不是还是留给法院去裁量？但是呢，行主管机关呢可以用保证书来代之，那其实三方面都可以得到他所要的东西。哦，我的建议是这样。好，第一个，哎呀，对，不是我站着，让大家看得到谁在讲话。第一个是，我们为了配合这个修法，就所谓的受灾民众，在法律上面已经有在法条上面做定义。因为前面的条文我没有来，我是先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我那时候在 review 我们的灾害防救法的时候，对我来讲困扰最大的是所谓的灾区民众的这个概念，在整部法里面其实从来都没有定义过，但是有很多权利主体却是由灾区的民众来承受的。那为了要配合这次的修法，所以我们在立法理由里面增加一个，就受灾民众这样子的一个法律定义，让法条未来在适用一些权利申请规定的时候有明确的主体规范。那第二个是，刚刚我说劳资争议处理法，您说主体很明确是劳工。受灾民众的范围绝对不会比劳工多了。我这样讲好了，受灾民众的范围绝对不会比劳工多。那第二个是，这个是从劳资争议处理法里面相同的立法意志来的。我们如果要比较轻重权衡的话，那我们就来比。的确，在劳资争议处理法，我也可以坦白的讲，劳资争议处理法当初那个条文就是我写的。那现在我们在处理受灾民众，他们在面对事后求偿所受到照顾的必要性，真的比不上劳工对雇主吗？在立法理由的权衡上，我没有办法得出这样子的结论。那最后一点是，如果在每个案件当中，你都有办法确保主管机关真的会出具保证书的话，那或许你不用顾虑到第二项嘛。但是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位，没有人会担保说地方主管机关真的都愿意出具保证书，因为我不知道下一个遇到这样子的事情，不要说只夸好像台南市市长赖清德，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当初在八仙城堡他也出具保证书，那但是未必未来所有的行政首长在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们都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第二项的部分，我还是建请啊，就是内政委员会的委员，如果认为说真的一下压到十分之一太低的话，那看是不是可以再酌情调整一下。但是为了维持整个立法比例的完整性，跟劳资争议处理法里面两者之间轻重的权衡，我还是觉得说要维持现在本来本党团所提出来法条的设计。谢谢。二委员，倒是一个哈，我先。司法院刚刚提出这个意见，我先插一下话哈。那个受灾民众跟受灾居民，在不同条例有不同的写法哈，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有的时候是用受灾民众，有时候是用受灾。都是受灾居民。对对对，那他不见得是应该，理论上来讲，这个不应该是受灾居民啊，有一些灾异的，我相信给那个文字哈，等一下请那个议事处全部把它顺一次，我们把它完成以后哈，议事处你们麻烦把所有的文字跟条文全部顺一次，我们请司法院再做最后。潘姐，我再可不可以再跟插姐？其实这个事情是从817报其实就有了啦，817报的时候其实高雄市政府就采用这样的方式，后来台南市政府这次也参考高雄的经验，也采用这样的方式，就发生重大的这个灾难的时候，其实每个灾民自己救灾都来不及了，自己那个他其实没有能力去对这么那个，那因为81的时候是刚好遇到了李长荣化工，所以市府出面的时候也很快的，李长荣化工有很好的善意的解决，所以先都处理好了，包括也都那个，那只是最后等到法院的最后的裁决决定之后再来，各责任是谁的钱就给谁出，好，所以那这一次这个也是这样，所以说未来有可能遇到这种重大的灾害的时候，也一样有可能一样是政府会出面，地方政府出面来协助。好，所以我也是建议，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在如果能够认定啦，重大灾害确实啦，不应该每一个所有大小的灾害都全部。如果重大的灾害的时候，而且我认为是地方政府的出面状况下，至于是用这个保证书的方式，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认为应该在这一块降低地方政府的负担啦，那这样会有助于地方政府更勇于去协助。帮灾民去，确保这个。
说明哈。那主席各位委员，那刚刚司法院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意见，是纯粹从诉讼法理上来论断，我们无意去推断说劳工或是灾民谁比较应该受保护的部分啊，其实我们认为所有的权利都应该受到保障哈，那是这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我要补充的是有关最后一项假执行的部分呢，那我还是要重申，就是在权利义务还没有最终确认以前，那民事诉讼法它那个389，对不起，谢谢黄委员，389它其实有就法院应依职权宣告假执行的部分呢，它有做明文的规定。那它其实各该法律规定，它各该规定可以依职权宣告假执行的理由很简单，它还是说，如果这不影响当事人债务人的权利义务的话，那当然可以依职权宣告假执行啊。例如说，因为他可能是因为被告认诺啊，他被告已经承认了哈，那或是说因为适用简易程序本来就很简单，那可以先让他假执行，不会对被告的权利受到太大的损害啊，或是说诉讼标的给付的金额或价额没有遇到逾50万元的部分哈，那这部分影响也小，所以先让他假执行，暂时的先执行，让他的权利可以获得求偿啊，获得补偿。那但是呢，如果在其他的诉讼，例如说这种全面性的大规模灾害，如果法院都应该依职权宣告假执行，然后去执行的话，那也不用供担保啊啊，或是在这个情况下，会不会有会不会有损害被告权益的问题啦哈？这部分好。因为我就很不习惯坐着讲话，请主席担待。时代力量为什么最后一项要写法院应依职权宣告假执行？立法目的很简单，大家知道在我国第一审法院走完平均的时间要多少吗？大概超过6个月以上。到了第二审法院以后要多少吗？大概超过1年半以上。那下一个问题是，我如何透过第一审的胜诉判决，不要让厂商借由小部分的上诉就阻止灾民迅速的实现权利，这个是在这个立法理由最重要的部分。刚刚司法院的同仁有讲说389条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诉讼法里面它规定里面的不是只有金额小的，譬如你刚刚所讲的依照简易诉讼程序所下的判决，请问依照简易诉讼程序请求本票据债务新台币1000万元，要不要依照职权宣告假执行？答案是要的，因为它属于427条第二项第六款应依职权宣告假执行的范畴。第三个，刚刚在各位在强调在民事诉讼法389条看不到的一个规定是说，本来你如果是命请求抚养的义务的话，未满6个月的部分也应该要依照职权宣告假执行。民事诉讼法现在为什么没那个条文？很简单，移到家事事件法去了。但是法理是一样的，它的法理是什么？就是如果对于原告来讲，取得那个金额对于他接下来的生活是很重要的。这个时候我们在权衡要不要依照职权要不要假执行的时候，立法者所做出来的判断是要，因为照顾生活继续需要的人他的公共利益非常的高。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重大灾害的情况之下，当灾民都已经受到这么严重的创伤的情况之下，我为什么要规定应依职权宣告假执行？事实上所适用的法理是一模一样的，它无关乎金额的大小。因为我刚刚说了，适用简易诉讼程序427条第二项，你还是有可能是诉讼标的金额价额高的。那这个是跟就有关于在最后一项宣告假执行，我为什么做这样子的制度设计，跟内政委员会的委员提出说明如上。条文其实跟内政部没有特别关系，但是我讲一个我实际参与救灾的经验了。在1987年林肯大浚发生的时候，我是救灾的指挥官了。那个是林肯大浚，是那个李宗贤一个董事长盖的。那发生灾变了以后，大家也有谈到这样的问题，怎么样来赶快来假扣押了。但是假扣押其实省政府没有钱可以去帮忙假扣押嘛，所以对不动产的部分呢、啊，那时候省政府就建议宋省长有一个处理的方式，就是发函给
所有的全省的各地政事务所对动产的 不动产的部分、哦、要移转登记设定抵押都要报省政府核准了、啊、就是用程序来把它拖延了。但是对于财产的就动产的部分就是像银行存款的部分。那时候大家也有争议了，说这样的话就是要给它冻结嘛。但是我们要担保没有办法嘛。那时候这个人就被陈瑞仁检察官把他拘押了。所以我就去找陈瑞仁检察官，我说你给关起来一度要多少来宾松快啊，这个你这个钱你大概都没有办法动。所以后来陈瑞仁检察官听我的意见，就是都把李宗贤带到他办公室跟台北县的消保官一起讨论，达成了几个协议了。比如说他这时候的财他的银行的存款提领的话都要经过我们见证，然后到这个赔偿的专户去，然后他的财产如果处分也是以这个钱一定要经过见证要回到这个赔偿的专户。所以你可以回想过去这个就很顺利，不会说你等到诉讼完以后我们还拿不到钱才去拿钱来赔偿，就很快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啊、就处理。所以我想就是说大家刚才讲的都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行政程序，但是这个程序有时候会反而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赔偿的一个过程了、啊、哈。当然，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写在这里，其实是有它的必要。但是说，假如说司法院也认同这个观念，但是不适合写在这里，那我的建议就是说，司法院是不是应该去定一个类似重大灾害，那什么一个条件？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是不是可以就直接明定，可以由政府的地方政府来出具保证书来免担保，这样的一个可能，这样的话在处理程序上会帮助地方政府处理。我跟部长报告，你要是法院出个条文草案出来，会等到变化。这样子，部长，我们要不要这样做哈？我们要不要在这个整个我们修改之后的，不管是主决议或者是附带决议，或者在说明栏里头相对的要求？司法院在这、或者我们等一下中午休息的时间就请他把它写出来，明白的要求他们必须要做什么事，这样可以吗？那个主席啊，对，不是，就是 主席啊、欸、来，这个刚刚这个黄国昌委员所提的这个意见呢、啊、跟我们刚刚在主张说这个在黄伟哲委员的第二第三项的这个立法的这个精神是类似啦啊、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是支持的，哦，这个是我们是支持的哈。但是我一点比较不清楚的，就是说，在时代力量的版本跟黄伟哲委员的版本的第一项，在提到这个损害者，这个受损一啊、哦，应负这个赔偿责任之人提起民事诉讼者跟，跟、哦、啊黄伟哲委员所提的一可归责于人之事由自受损害而引起提起民事诉讼的，这个有什么不同？范围有什么不同？一样吗？对啊。那假如这个范围一样的话，不管是时代力量的这个版本跟黄伟哲委员的版本，我们是支持的啊。那最后一个时代力量的一个版本，在提到法院就第一项诉讼所为受灾民众胜诉之判决，应依职权宣告假执行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这种诉讼旷日费时哈。啊，然后在这个在整个司法诉讼的一个过程里头哈、啊，这个高院跟地院的判决啊，那有时候在高院里头这个部分第一个拖延啊，那第二个也许又这个做不同的一个判决啊，那到最高这样来来去去啊，恐怕这个判决的这个时程相当的一个冗长啊。那假如没有经由说这个诉讼所谓判决之应依职权宣告假执行等等这个部分的一个规范呢，恐怕这个真的是会影响到整个受灾民众权益的一个保障。好、哦，所以基本上我的意思是说，基本上在有关这个扣押的这个部分啊、哦，这个部分我们是认为说啊，不管时代力量也好，或者是黄伟哲委员，这个我们支持了。那最后一项时代力量版本我们也支持。最后一个说，最后一次的话，
因为委员呢，基于照顾灾民的心意，我们都能够了解。那我们也希望，有权利的都可以获得保障。这一部分，我们也都一直在这样的主张哈。那但是就有关最后一项，应依职权宣告假执行的部分呢，假设委员认为说，在法院为原告胜诉判决的时候呢，有先让原告真的有让灾民真的去先实现他权利的必要哈。那是不是在这里做一个宣示，但是应字用一个得字，让法官可以斟酌具体状况，好，那一方面也达到宣示的目的，那一方面也不会因为具体个案哦太僵化，然后限制法官就具体个案为不同裁量的部分，那这部分请委员参酌哈。那另外第一项的部分呢，第一项的部分因为可归责的这个事由有所谓的故意过失不可抗力，通常事变，好，那所以呢，实际上用因可归责以人之事由这部分的法律用语可能是，也许可以再修改一下。那至于说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的部分，第一项部分受灾民众就其所受损害，提起诉讼的部分，我刚刚有报告过了，就是有关损害赔偿有直接损害、间接损害，那另外还有列是无因管理或是因为保险公司的代位的部分，那这部分是不是也在这里的适用范围内呢？那这部分可能要厘清，那厘清之后应该就比较没有问题。谢谢。间接嘛，只能无啊。可归责就是他有故意过失，故意过失。无啦，那个就拍写期迈，我再说明一下哈。最后一项哦，你如果要因依职权宣告假执行，你要改成得的话，我必须要讲啦，实益不高啦。所谓实益不高是，他现在本来一申请就也可以申请法官宣告假执行嘛。但是您应该也知道我讲的是什么。现在我们为什么申请依照职权宣告假执行跟职权宣告假执行差别就在担保嘛？你如果要把他说哦，法官得依职权宣告假执行的话，你如果最后一项要这样改，可以，那我们担保金额要再多加一项再来处理，要不然你达不到那一个立法目的嘛。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来就当事人胜诉的当事人本来就可以向法官申请宣告假执行。为什么依职权宣告假执行这边重要？我们担心的就是担保的问题。所以你如果要改成得的话，当然我还是会觉得因比较好。等一下我再进一步说明理由是什么。那第二个是，其实司法院要对自己第一审法院的裁判品质要有信心。第一审法院所做的判决，如果它的正确率够高的话，你其实不太用担心到第二审被翻覆的问题。对，好，那这样就好了啦。美国的法院是第一审法院判决出来就有执行力，那当然我们因为事实审采取两个审级，所以制度设计稍微比较不太一样。但是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说，只要第一审他裁判的被维持率是高的话，依照第一审法院依照职权宣告假执行，会产生不应执行而执行的几率，事实上是相对来讲是低的。所以为什么我才会说，我还是会认为说，我们本来的提案会比较好。那如果说各位委员认为要给法官裁量权，要把它改成得的话，那我就要再建议，法条不可以就这样结束，要不然的话会成为笑话。为什么会成为笑话？因为你写的跟没有写差别不大。那我马上就要去处理供担保金额的问题。那至于说我们在法条上面所写的，我只有讲的是说，对依法应负损害赔偿责任的人，他的主观规则要件赔偿范围都回归本来应该侵权行为法它的规范体系当中，你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在这个法律里面去定。譬如说，我如果要依照侵权行为法的规定跟你去请求损害赔偿，那你就看侵权行为法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到底成立或不成立嘛。那所以就这个部分，你其实不用去处理主观规则要件，也不用去处理赔偿范围的问题，因为那本来就是回归各该请求权基础它所应该有的法律要件是什么就是什么。在这里我们并没有扩大或改变权利人本来可以行使请求权的范围，那只是就诉讼法上面给被害的民众有一个比较方便可以寻求救济的特别规定而已。
对，我知道，对，啊，好，好，你们两位请坐好不好？你们两个请坐哈，你们两个请坐哈，你两个坐啦，坐来。我还是有点担心说，来，你那个假执行，这个理论上是没有错啦，像你讲的。你们两位请坐哈。诶，这个回头去，唔知要回到几点嘛？你猜了哈？啊，你不要多啦，来，那个这一条哈，我们暂时先保留，我们下午你们中午再去沟通一下，把那个可行的、可能发生的。的每一个状况都，因为我们一方面要保护我们受灾的，一方面也要保护我们人民避免被不必要的这个的权利义务，我觉得这两边都要处理，所以我们这条先保留，待会儿哈那个休息的时间，部长啦、司法院啦，我们再来看怎么样会下午三点再来做报告这一条，好不好？然后其他我们再阶段解好不好？现在来，现在还有一条是48-1哈，刚才已经提过43-3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再讨论哈。然后再来是溯及条款，溯及条款接着看麻烦了啦哈，因为溯及条款，我们几位委员提的哈，包括叶怡君委员、林进宪委员以及。都涉及到王定委员都希望涉及到2月6号哈，105年的2月6号，但是现在孔文举委员有提的一个案，是提希望能够涉及到104年的8月6号，那是莫拉克台风哈，苏比特台风，这个你念一下，等一下这会太严重，我这不来，委员孔文举等5人提议。第52条修正为本法除中华民国几年几月几日修正之第44条之1至第44条之4至104年8月6日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好，那现在就是孔文举委员的修正动议是到104年的8月6号。那么叶怡君委员、林进宪委员跟王定委员是到105年的2月6号，请问各位委员，我来说明一下吧。好，主席跟委员是这样哈，那我就是所以修正这个涉及的这个时间，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新北市的乌来区跟桃园市的复兴区哈，那我们原住民地区遭受了这个苏迪勒跟杜鹃台风的一个侵袭哈，有的有造成内村呐、那个在乌来可以说是百年的一个最大的灾害。到目前为止呢，我还是在帮他们争取什么滴滴贷款啊，还有房屋的新建贷款啊，房屋也流失了啊，甚至于水电的补助这样。那今天很不容易说，我们今天讨论这个灾害防救法，那大家都很关心台南赈灾啊，那我们是有回溯到今年的2月6号。那我在这里呢是特别好，因为我们还是在赈灾，还在这个重建呢、也有土石流，是不是可以说我们这个灾害防救法这个施行的日期？可以回溯了哈，回溯到再早半年前104年的8月6号那个杜鹃台风跟苏迪勒台风，因为复兴区跟乌来区哈现在还是在重建啊，还在百废待举，贷款也有问题，都有问题了啊。那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我们这个灾害防救法今天修正通过了之后啊，我们也能够啊这个照顾到我们沿乡地区啊遭受土石流风灾的啊这样的一个灾害哈。啊，不要让我们原住民成为一个灾害的二等公民了 这是我才特别提出来这样的一个修正案啊，谢谢。那个部长，回溯到100，就是孔文举委员提的这个时间，我们还有其他的灾害吗？确定都没有。那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回溯到那个104年的8月6号，早半年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哈。好，谢谢。那好，那个陈昌明委员，你刚刚谈到假扣押，我真的要好好的研究，因为921地震，我们苗栗有，我亲自有下去。那一个断层台经过的时候，钢筋水泥的土弄倒，结果隔了一条马路不到10公尺，哎，过处点，它竟然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害。
所以像台南为什么那个叫围观哦？怎么只有他倒，他旁边没有倒？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以你们假扣押公啊，都在地当先全部假扣押，你就要把建筑师全部都抓到里面去。所以司法单位在办案子的时候，当然台南这个我们发觉，哎，他旁边的怎么没有倒，只有他去倒？但是真的大自然力量，你经过那个断层带，你看何处有时候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做这样假扣押的动作，你也不能太便宜行事。保障受害灾民的权益很重要，唔当我到了，我就给你听啊！啊，无你出外口去。除了你有防震的系统，整个系统改变掉，所以这条要很慎重啊！我是这一条，你要规定的非常明确的一个范围出来，在怎样的状况里面，你才能去假扣押？不然真的大地震都要全部把它抓起来，断层带经过的地方，你很难去防止。我给大家了解这样，就因为就去看。哎，这边的房子怎么刚从水泥的打？处理的啦，好不好？啊，道路的旁边怎么只离了10公尺、20公尺没有打？嗯，好不好？这个一定要慎重啊！你唐工几行代志都趴起手了啦！一定。哎，主席，我那个李委员先举手。哎，没了，我先讲。你请客吗？哈，我建议安尼啦，哈，处理叫时代力量的提案通过了啊。那最后一项那个应得那个部分哈。先按照时代力量版本通过那个应得那个德齁，在朝野协商的时候再来处理有关应得的是吧，有意见齁，对，要说服我们了齁。那我的理由很简单齁，就是说咱现在都在说台南的地啦，啊，台南的地是只一间而已啦，一栋大楼倒去啦，你万一如果大规模像921它倒10栋，啊，你地方政府哪有钱，民众哪有钱，不可能有那钱嘛，你即便说这个无法度这个无出具保证书嘛，所以伊爱你伊提伊个担保金，台南一栋啦，譬如讲3000万，啊，你能办你100栋嘞？地方政府哪有钱啦，啊，去替这些受灾民众处理这個？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关这个担保金不高于请求标的金额或赔偿金额十分之一，这个合理啊，哦。然后前项担保金由主管机关出具保证书代之，这个一定要入法啦，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入法啦。哦，这个不是说台南的单一个案那几件，大概干嘛个还可以，大规模的，那这个有涉及到偷工减料等等这个部分的时候，那你只要没有把这条放进去，就没有办法去处理类似的这种规模比较大的这所谓的重大灾害的这个部分。来，李委员，那至于我两位啊，至于胜诉判决这个因啊，哦，这个部分哈，哦，很难权衡呐，坦白讲了哈，哦，因为我们要考量到两方的一个权益啊。哦啊，所以在过去的发生的这些案例来看呢，啊，哦，这个，你说真的，灾民能够拿到金额赔偿的这个部分，哈，哦，真正是你过去也得少之又少了，哦，所以你真的要带我让我在这里做一个决定，哦，我个人觉得应依职权宣告假执行，这个是应该要支持的。在感情上我会支持啦，啊，在理性上齁，啊，但有讨论空间啦，但在感情上贵贴的齁，啊，特隆博在特博的有告这齁，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支持啦，感情上支持啦，啊，理智上有讨论空间。我个波兄弟。那个主席不好意思啊，我先供给啦齁。刚，啊，才孔文吉委员讲的那个期限的问题齁，啊，有一个问题齁，啊，他跟叶宜津委员是不一样，他范围不一样，他只有到44条之1到之4哦，叶经委员到之7哦，所以当孔文吉委员这个是要到之7还是要到之4，要讲清楚。那个我想这样子好不好，那个现在就是我们大概剩下47条之2，就是时代力量刚才所提的哈，包括说我们要怎么样假扣押等等，这个比较有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孔文吉委员跟叶宜津委员所做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追溯的这个最后的这条52条，我们52条还没有处理。那我这样做结论哈，大家看看有没有意见？刚才其他的条文我们大概都没有问题了，好，那我们没有问题的，包括文字的修正跟条文的顺条，我们请议事组跟我们的内政部其他的单位来做这些文字上把它总整理跟条系总整理。那这两条就是47条之2以及我们第52条，
这个部分待会我们请司法院比较有意见的几个委员，我觉得权利义务跟这个包括说这个比例原则，我觉得我们都必须要兼顾。如果说我们比例原则没有兼顾，然后权利义务没有兼顾，可能我们又会立了一个法，到最后又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三个小时，两个半小时的时间，你们自己，我们自己再来做一个辩论。好，那我们先。我都没准备本东，家全部都没准备本东来这边塞哈。不是调纲，因为你整理这个条序跟整理这些文字，我们要很负责任的把这些文字跟条序都整理出来。因为刚才有大概我们这里有一大堆了哈，等一下你们要很认真的，我们还要再看一次。那整个都整理好了，我觉得我们这个条文才会比较完整。那原来我们比较希望说今天是这个审查完了就不要协商，但是我们在整个的问题看起来好像不协商也不行了哈，所以我们休息两个半小时，我们三点钟又一问我，我本来是讲两点嘛要开始开会，伊甲我讲是不是我有急无啦哈，其实我拢无急啦，因为我本来就是对，那个陈其迈委员，我觉得你不要用抹黑的方式来这里讨论事情，我觉得这样不好，因为本来就是刚才就是这样子宣布的哈，我觉得，而且我们也尊重我们议事组的人员。按照你这条文，你无经历，无你进是不安怎？还是我们就大家坐在这里，然后也不吃便当？我也没有问题啊，我也没有问题。好，那。你一方面尊重主席，一方面又在这边消遣，又在这里抹黑，我觉得这样不好哈。那我们希望我们议事组把这个整个整理出来哈。那司法院这里也请再跟对时代的再讨论，因为如果因为这个涉及到人民的权利义务的问题，如果不符合比例原则，我觉得也不是很理想。像陈超敏委员刚提的，我们也必须要兼顾，好不好？那我们先休息。我们三点准时开会，谢谢。